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共住道场与住持道场的发心意义与利益。各位比丘，各位比丘尼，各位沙弥、沙弥尼，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请放掌啊。那么今天呢，照惯例啊，要跟大家呢讲解这个结下安居。然后呢，利用这个结下安居的开始，来跟大家呢，讲我们共住道场的发心、意义还有利益。共住道场跟住持道场，当然了。你们和尚尼呢，早在好几年好几年前呢，就是说，哎呀，我们要办佛学院呐，然后呢，我老了啦，然后呢，你法师你要来，你要来负责啦，我目光金色给你啦，这样讲了这么一堆话，我感觉啊，这声音听不太清楚，对不对？听得到吗？哦，听得清楚吗？可以啊，好，那就算了。为什么会我感觉听不清楚呢？因为他这里缺那个尖音喇叭，监听的音，然后会让那个什么，会让那个讲的人会越讲越大声，越讲越大声，因为他害怕你们听不清楚。然后再来就是因为这个地方蛮封闭的，怕有回音会造成你听不清楚。如果听不清楚，请你说明一下。我们这里有师父，我们这里有居士。可以帮忙，赶快帮你调一下子，被讲了半天听不清楚。那么还有那和尚尼听得清楚吗？能不能帮我问一下？有一部分要讲给他听的，可以哈，好。那个见性师，你跟你和尚尼好像要坐靠近一点，不用，好像有，好像。是你身上长刺猬还是他长刺猬？那样分太开了不太好。因为这样你这样问他一下，随时问他一下，我刚刚等一下讲的关键字他有没有听到？因为很多关键字有时候要用台语讲，那你要赶快跟他翻译成国语。那么这早在十多年前他就这样讲啊，他说不然我悟光金色给你啦，什么我都没你牙给我啊。你悟光金色给我，第一个我们也没有那么福报，你看你悟光金色那福报多好，哪有人家那个庙前面政府给你做那么一大滩水，有水思有财，哎呦惊死人，这么一大滩水啊，放生啊怎么样啊都有自在相，那句话有钱不一定是好啊，那个出家人因为有了钱呐、然后就会犯戒，这也有这律上本这样说，但是行菩萨道是走在一条利益众生、直了成佛的路上，所以他呢不坏名问利养，而成就呢福慧双修的众生功德。
这个是不同于声闻乘治疗为目的。声闻乘治疗为目的啊，你看看你不需要那些钱。三一一波啊，游行天下。好，那么一波千虾饭，孤身万里，为了生死事，是企划度春秋。了的是他自己的生死事，企划度春秋，起上起佛法，下起饮食，那么就这样。所以他可以过得很小资，小资懂吗？小资啊，很小那种小资，就是小资本主义，就是有一点小钱啊，那么可以去喝一点下午茶啊，那么呢花前月下可以大家谈一下佛法，清心寡欲，喝那么两杯好茶，可以这样过日子。说放下的他们呢，很放下，说烦恼没什么烦恼，也没人管他，他也没管任何人，日子就这样过，一人吃饱，众生都吃饱，他可以这样。那么呢，那声闻人可以这样，当然他也有很谨慎的人，生死未了，如上考比，也有这样子，也是有这样。但这个呢，都不是我们知了成佛学一佛乘的教法的人能走、可以走、敢走、愿意走的路都不可以，因为他不能走，不能走这种路。为什么？因为众生在苦中，你怎么可以？你怎么可以直了你的生死？如果说还有了生死这件事情的话，那是因为我们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有种种的疑惑、迷惑跟无知，界内的无知啊，界外的无知都有，主要是界内的无知。所以呢，三界内无知，所以呢，哎呀，你的众生种种相你不懂啊，所以我们要是怎么样？我们要去，我们不能够跟他一起生烦恼，所以我们一定要降服自己的烦恼。好，那这个是有利益众生，不能够说你自己有烦恼那么重，你说你要去利益众生，那怎么可以？怎么有能耐呢？对不对？你碰到众生你就烦恼了。是的，要讲说要有什么东西解脱，那样子打讲是可以的，可是他不证入，不修入。为什么是不修入？为什么就不证入呢？有人说智者大师怎么才五品弟子位，那外凡呢？你没有正果啊，那怎么差那么远？当然，第一个是他谦称之词啦，第二就是说，成佛的定义不一样。那么第三就是原教人呢直了实相，他是没有那个生死要去处理的，也没有涅槃要去证入。我们可以比喻这样的，声闻人呢就在做梦当中梦到老虎，那怎么办？老虎老是他会害怕，在梦中他会害怕，怎么办？在梦中找到刀枪，就是戒定慧，刀跟枪，然后把那个老虎就是无常我执生死轮回苦，在梦中找到了梦中的戒定慧，就是声闻偏空的智慧，然后把那个梦中的老虎给干掉，打掉了之后，他在梦中觉得很安稳，在梦中觉得很安稳。那还在梦中，所以他不了佛性，不能成佛。
那他因为他已经在梦里头没有老虎了，他就觉得所作皆办，不受后有。啊，他因为呢打老虎的方法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空性的大刀，空性的智慧。他以这个空性的智慧习惯熟悉，他来看一切众生也是空性，所以呢，他安住在这空性当中啊，他也就没有什么能耐，从空出妙有，也就没有利益众生的因缘。那他就是在梦中就如是的安稳，他的梦叫做清净之梦，但还在梦。所以呢，未了成佛，不能成佛。法华会上呢，世尊说大通智胜佛十六王子佛时啊，那么呢，他们已经受化，到现在还示现修阿罗汉。如果不在法华会上面呢、啊，跟他讲清楚，他没有心开意解啊，他再修一次点成劫的行啊，也怎么样？也继续还是阿罗汉。那个点成劫有多久呢？就是三千大千世界尽抹为尘。那么呢，往东方三千大千世界呢下一层，再往东方再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再下一层。如是刚刚这些围城通通下完了之后呢，所有世界与汝意云何是为多否，还是很多。那么再把这些世界再抹为围城，已经两次抹为围城了。那么这个时候第二次抹为围城的这个世界更大嘛，对不对？是围城数的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多个三千大千世界，再把这些这么多围城数的三千大千世界再抹围城，一层一劫，我成佛以来过世劫数不可算计。世尊在那个之前已经成佛，又不可算计。在那么远的时候，他就已经度舍利佛、目犍连呢、迦摄尊者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可是呢，他在这么多劫之后的现在，哇，还是示现声闻乘。他怎么个示现法呢？他说：“我年已朽慢，闻佛所说的菩萨之法、利益众生之法，心不欢喜。早年世尊所说的声闻乘杀老虎的方法，我闻遍现受思维取证。”我喜欢，我听了我就去学，学了我就证入。诸位啊，你想看这么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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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这么这么远的时间，他老人家现在还示现那个声闻乘给你看，当然他是示现的，但是他告诉你说有示现，就是说有真的这样，他才会示现。我们说戏台上有一种戏，戏下戏台下就有一种人，他说为什么要示现？就是有真有这种人。他才要示现给你看。那你看，你真的是成佛是寥寥无期。然后呢，更特别的是怎样？更特别的是成就一尊佛，利益三千大千国度的众生。那么你成就一尊罗汉呢，入灰灭，这所谓的灭尽定当中，三界之内找不到你，你也不会去再面对众生，也就是你在三界之内已经怎么样，已经这个槁木死灰了，已经这个跟众生没有关系了，灰身泯智，灰掉那个身。什么叫灰身呢？灰就是那个香灰的灰啊，就是你那个你的身体就烧掉了，
敏智，那个自我解脱的智已经圆满，利益众生的智呢不发作用啊，所以就泯掉，利一切的智就泯掉。那么以这样状态入于什么？无余涅槃，与一切众生没有关。你可想象得到，这样子多的众生在受苦，然后呢，无量无边劫以来，你就只为修自己，也没有去利益众生。然后呢，修成了之后呢，又灰身泯智，也跟一切众生没关系。那众生真的很辛苦了，众生真的很辛苦。他也不是不知道这样怪怪的，他也不是不知道。他怎么说？他说啊，我常在深夜中，都是《法华经》上说的，我常在深夜之中啊，而视思维啊，我与世尊同证无为。他觉得他跟世尊证的是一样的，都证涅槃，但那个涅槃跟他自己跟佛的涅槃当然是不同，不过以他的角度来看是一样，以阿罗汉角度他认为他跟佛是一样。那什么世尊的名问神通利用这么大，而我呢都没有，是我之咎，非世尊的过失。我如果带所说因，我如果有那个因缘啊，有那个能给人家教的那个因缘，带所说，带他所说，就是我要是有那个被他教的因缘啊，他世尊大概会教我，我就没那个因缘，所以我成就阿罗汉的，没有声闻，没有名声，没有大的善巧。他就这样感慨。啊，当然在法华会上，世尊就跟他讲说，也不是这样啦，是因为久远来我都教你做阿罗，教你做僧，教你做菩萨啊，你都忘记呀，因为你嫌麻烦呐。然后呢，阿僧祇三大阿僧祇劫修行，你害怕久很久啊，其实哪有久，龙女成佛，刹那之间，宝珠现于佛，比他于转男生在南方国度成佛还要慢。我宝珠现佛三秒钟，我在南方视线成佛一秒钟，就譬如说这个意思，哪有慢啊？快跟慢是你的分别见。可是声闻人不愿意啊，当年他为什么不愿意？因为他老觉得梦中的生死，就梦中在做梦当中那只老虎是真的，哦，好恐怖，非得在梦中找到一把枪把它给干掉。他在梦中感觉很安全，但终究还在梦中，他觉得这样安全，那是他喜欢的样子。那么大乘不是这样，大乘叫你醒来就好了，干嘛去打老虎呢？那么不但如此啊，在梦中怎么样降服一下老虎就可以，不需要把老虎给打掉，给弄到死，真正弄到死也不需要，不需要去杀老虎，动身去杀老虎，让老虎不咬你就好，他是他，你是你，保留在那儿就好。这就是大乘人的修法，因为唯有在梦中那只虎还活着，那你才会看到他不咬你，他咬别人呢、啊。那咬别人你会怎么办？你会去教别人不要给他咬啊。虽然你也在梦中，可是你知道说这是梦，你在梦中你看到那只老虎，你也知道那老虎会咬梦中的你，不然你还在梦中干什么？那你还是梦中的人，你当然还会感受到梦中的老虎会咬人，因为你是梦里的人，那老梦里的老虎还是会咬梦里的人呢、啊，对不对？当然会。可是呢，你可以不让他咬啊，不杀死他，也不让他咬，那也教别人躲过老虎也有办法。甚至于你到梦中去把梦中的人叫醒，然后你自己仍然保留在梦中。对你来讲，既然是梦啊，那我干嘛把老虎打死干什么？
不过别人不知道是梦啊，我要跟他讲，我要在梦中跟他讲。我如果出了梦了，我怎么进梦去？我去跟梦中的人讲，是这样。所以我利益一切众生，我无众生可度。为什么没有众生可度？我请问你哈啊，梦中有哪几个人？没有啊。做梦的人啊，梦里头的人都是假的，都是你的分别见。有人常常问说啊，世界有边无边？我说那。我告诉你哦，你梦中的老虎，你能够告诉我梦中那只老虎，它的虎爸爸跟虎妈妈什么时候交配？你如果答得上来，我就告诉你，梦这个世间是有边无边，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跟我问这个鸡，你跟我问这些是什么？不是鸡毛蒜皮事，是跟我问一个龟上的毛、兔上的脚的事情，根本没有的。所以这个问题看起来逻辑清楚，但是毫无意义。哦，毫无意义，这是佛法的智慧了。所以大乘人是除烦恼，不去断烦恼，让烦恼成为你的什么？成为你的善知识。大乘法里头这么说，他说，烦恼即菩提。这个烦恼即菩提不是不得已这样说的。是没烦恼就没菩提，烦恼是梦中那只老虎啊，老虎烦恼既然是梦中的老虎啊，他在梦中啊刚好训练你的功夫啊，也刚好梦中的老虎可以咬别人，那你才能够去救别人。你训练的那个救别人，梦固然是假，可是在梦中帮助别人的心是真的。你能够愿意为众生服务，去利益众生，这是真的。固然梦是假的，但是在梦中帮助人的那一念慈悲心是真的。愿意在梦中牺牲自己，利益别人，哎，这是真的。这个念头是真的。虽然梦是假的，古人讲说修梦，梦于家，梦于前。那为什么是梦？就是假的嘛，啊，假的，因为虽然是假的啊，可是呢，必须在假当中能修真，要借假修真。有一次我在南普陀啊，那时候当教务主任，要打板之前，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什么？梦到我从身上从那个床上面飘出来，那穿过屋顶，往下一看，怎么看到整个南普陀那个歪七扭八、高高低低的那建筑？哎，我还看到南普陀旁边的什么？旁边的那个坟墓，哇，看得好清楚啊！哇，我突然间想起来说，哈，我飘出来了嘞！我在想，不错啊，难得没让它飘出来，今天能飘出来，这是有这么好事？那有个念头跑出来说，我看还是赶快回去哦，万一回不去怎么办？但第二个念头就是说，哎，你是修道人啊，你怕什么吗？何不修梦瑜伽？突然间想起来，对吼，我就这样想啊，好，如果这样飘出来，那这样很不错。不然，佛法上说嘛，空间无限，无量，时间不可得，空间不可得。那如果是这样，我现在飘上来了，我应该可以一刹那就到美国才对。那我何不去到美国庄严寺去看看我师父呢？我师父是法师公了，法师父了，就是显明老法师。为什么不去呢？我就开始坐一，我一开始真的动起来了，我就很高兴说，哈，还真有效，都开始飘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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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开始要看到那个太平洋了，突然间听到耳边要叩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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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声音？就突然间一个念头，咚醒来，什么也没有，在床上。啊，怎么早不巧打板，晚不打板？这个时候打板，而更惨的是怎样？那个打板的学生呢，第一次学打板。站在我门口打得特别久，你就把我给吵醒，那个经验很特别。
我就知道说啊、哦，是啊、哦，你只要不害怕，在梦中什么事都嘛可以从空出假，什么都嘛可以做，你什么事都嘛可以做，真的是这样。最早的时候是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一直静坐，有人来了，有人来了，哎，你居然看得到他来了，然后我也不怕，我就讲，嗯，真的还假的？没多久坐着坐着，就突然间，哎，我那个房间门有人在敲门，然后我打开，哎，我学弟，我就跟他讲说，哎，你今天是不是换了一台脚踏车？他说，学长，你怎么知道？你不是在静坐吗？你别管了。你那台脚踏车后面有个红红的垫子，对不对？嗯，对啊。就这样，所以这些都是幻象，你可以这样讲。但这个幻象可以什么？虚幻是虚幻啊，但是可以拿来用心啊。声闻人不知道这样，所以你说哪个是虚幻？那生死也是虚幻啊，烦恼也是虚幻啊。可是你可以拿来用心啊，用心对了就是利益啊。所以这就是大乘人，大乘人善巧的用心，他在哪里用心呢、啊？他不在自在当中用心，他在一切烦恼中用心，他在一切烦恼中用心。为什么？因为烦恼才力量大。你自在，你会懈怠；你自在了，你会怎么样？你会胆子大；你自在，你会傲慢。谁？有钱人，有钱人自在，有钱人有钱，他就什么都不怕。对，他被警察抓超速了，你知道他怎么说？啊，赶快，赶快了，赶快开单子了，我要去参加轰趴了，你别这么唧唧歪歪，赶快开单子，几万都没关系。你看他是这样讲话的，对不对？他是这样讲话的，对不对？你给我开两万，对我来讲，那比两毛还少。我买一个手表，36万。买一个什么呢 ？iPhone 手机后面都是镶钻的，50万，那不算钱，傲慢。你自在，我们是凡夫，不可以这样。所以，面对这个东西面对不了。那么阿罗汉呢？阿罗汉自在了，他没有傲慢，因为他无我了，他没有傲慢。可是呢，他安住在自在中，他就没挑战了。所以他还有尘沙惑，他还有根本无明惑不断，他也不需要断，他也不想断，他摆明了不想断。他在法华会上跟佛怎么说？他说：“我闻而不喜，我自己朽老，老朽，我已经老了，体力不足了。世尊，你讲的菩萨法很好，不过我不修。你看他当着世尊的面就这么讲哦。”你讲得很好，简单讲讲一句台湾话讲，我就不鸟你了，我就不听了，我也不学了啦。世尊还拜托他们哦，他们把这个大乘法拿去教菩萨哦。讲完了，你知道怎么说？哎，你们学啊，跟我无关哦，我只是世尊派我来跟你们讲般若法门。讲完了啊，你们欢喜就好，嘿，我不修。这就好像说你们找了一个祖七和尚来，祖七和尚开宗明义就跟你讲，我不求往生极乐的啊。来，我们现在开始讲极乐世界的道理，那你怎么听？啊，他就这样。不过那不是这个比喻不适合声闻人，声闻人也懂那个教法，他也欢喜这个教法，但他不修。他不修、啊、菩萨无所谓，你讲我还是听，因为菩萨是大乘人呢、啊。大乘人他跟什么人都可以学、啊、所以他无所谓、哦、所以修这样子法门的人，他知道一切都在梦、啊、既然都在梦，你在梦中是享福还是梦中吃苦，能够增强你的道业？当然是梦中吃苦 啊既然是假的，你梦中的老虎你干嘛躲呢？你干嘛去杀他呢？既然你都知道那是梦中的，那你应该怎么样？应该呢，好好去洗个澡，那么呢，把衣服折好，在身上呢抹上什么呢？很好的配料，然后躺在地上跟那些老虎讲了：“来，我给你吃，喂你一顿饱。”应该是这样子啊。既然是假老虎啊，也是假人，你何不在梦中顺便修个布施呢？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大乘人。所以大乘人不是说他很笨不用功程度差，所以你们智者大师才修一个才得一个所谓的五品弟子位。五品弟子位是很长啦，初修到未满当然很长啦。如果假设他真的是五品弟子位，那我们也在修五品弟子位啊，因为他外凡嘛，我们不就是外，我们也开元解也在外凡，但是开始修啊，他已经修完了，准备就要翻转，他视线这样。那个他程度怎么这么差？不是他程度差，他知道这是做梦。在梦中做状元跟在梦中做乞丐，在本质上呢，搞不好做乞丐更能修啊，因为能够度好多乞丐。那状元高高在上，你能度几个人？对不对？所以他 no care， 他不在意这个事情。这就是大乘。所以大乘人不会视生死如冤家，但是呢，他比小乘人还了解生死，还谨慎于生死，但是他不会自己那么想要这么样子去安顿自己。哎呀，我赶快，哎呀，我怎么怎么还在做知客，还在做当家？你看看，真是累得要死哦。人家都可以中午休息，你看今天法师来，我这个当家的还得去开那个爱道堂，给他们来照相看一看。哦，我告天，你要这样想。啊，我这个身体留着也是留着，过一天是一天。啊，我来帮成就大家睡觉，啊，我来帮助大家做事，我善用它。啊，反正都是梦啊，梦中多睡一点跟梦中少睡一点，你什么也没损失，反倒是梦中少睡一点能够利益众生，哈哈，我就赚到了。所以大乘人的修行啊，是先他因为懂这个根本的道理，他念之在之的，他当然知道生死，可是他念之在之的是利益众生的多跟少，不是指我解脱的强跟弱，不是这样。那至于他到底解不解脱，当然他解脱啊，怎么不解脱？你想哦，要利益众生，他也得要降服老虎，他不杀虎，但他降服老虎。也总不能你在做事，老虎老咬你脚咬你手，你就什么都不能做啊，对不对？你还是会服老虎，可是你这时候的服老虎是用道德服，不是用武器来服，是用你的悲心，是用你那个什么呢，利益众生的众生为首的这个心来服，他是这样。所以连老虎都怎么样，老虎都会尊重你。你看那个广钦老和尚在山洞里修行，他刚开始也不知道，那老虎都跑出去玩了，人家结下安居，他是什么下安居，他跑出去外面玩，那整个夏天呢都没事，等到秋天到了，老虎玩完回来，一回来一看，哎，哇哩嘞，啊，我的洞怎么有人坐在那里，他就开始满头雾水，到底怎么回事？要吃它吗？我已经吃饱了。不吃它吗？这个人坐在那里，占住我的房子。他就在那里，这那只老虎在那个广钦老和尚山洞外面走了两三天。第一天老和尚还在打坐入定，第二天没事，第三天老和尚也醒来，一看，哎，怎么有那个畜生的味道？那老虎就走过来说，哎，老人家你醒了，这是我的地盘呢。他就来跟老和尚呛声，然后广钦老和尚就心念跟他讲说，哎，别这样嘛，你是老虎，天生会找洞，那老虎找的洞都不错的洞，你就借给我修啊，我呢好不容易找到这个洞蛮好修的，那你就借给我，将来我成就我度你，怎么样，好不好？你老大嘛，你整个山你都是你老大，你要找个洞很容易嘛，对，我不容易啊，是不是？而且我时间很宝贵啊，我跟常住请假三年，那要搞不定的话我回去也很难看呢，怎么样，咱们做个约定怎么样？那只老虎听一听，哎，
好了好了，算我不知道我是倒霉还是我有幸，好了好了，他就想了一下就走了。那就是把那个山洞让给什么，让给广钦老和尚。在经上有说啊，他说你要找那个禅修的地方啊，要去找那个鹿啊、狼啊、老虎啊，他们会找地方，很干燥啦，空气流通啊，这种地方啊，他不会去找那个湿湿的啦、闷闷的啦，或者气场不稳的，他不会这样。甚至有那个下雨不湿、风吹不入的这种地方，哎，你去找那个地方可以修。那果不其然呢、啊，当时他找到就是这种地方，哎，那还真是老虎的地方。那你看看他能够降服那个老虎，一样道理，你在梦中进行一切利益众生之事，那你梦中还是有老虎，什么你的烦恼，你的烦恼也会在你面前扶住，会扶住。为什么？因为你想的是众生，你势必要扶你的烦恼，你才真正利益众生。这就是你要真心为众生，你要真心为众生。哦，这个道理要听懂了。现在我们回到来，我们讲说共住道场、住持道场的发心意义与利益，就在讲这个。你共住道场，共住道场不要老想着，尤其你如果外面你刚从你的小茅棚来，哎呀，我真是我这个无代无志，拿一支草来尿自己啊，我这是在自己住茅棚多好，爱怎么吃就怎么吃，爱怎么睡就怎么睡，没人管我。现在好了，你看看跑到吴庄金色这里来接下安居，你看看、啊、被管东管西的那个家伙年纳比我低、哦、凶巴巴的管我、哦、我真倒霉、哦、这第一种人。第二种人是这样，哎呀，我干什么没事找事啊，跑到悟光精舍来结下安居啊，你看看说什么还要负责大了了，我都是比丘尼了、欸、干什么还叫我煮，还煮给那个小众吃、声闻见就是这样，声闻见解就是这样，你比丘尼凶高，然后你想想看，你这个比丘尼去外面托钵托几次？你曾经去托钵吗？你曾经这辈子去托过一根菜吗？你自己想想。你说你是比丘尼，好啊，那就过南传比丘尼。你果然不用煮，你就去托钵吃饭。你去试试看，而且早上六点钟就要出发哦，八九点回来哦，你去托，你去托看看，看看是哪一条狗追着你跑。还是哪一个人把你轰出来，哪个不信佛的把你轰出来，看你能够好。第一天你拖得到一碗饭，你看你连续每天一辈子这样拖，我看你怎么过日子。所以你不能求好的说，你不要捡那个软的来讲，那捡那个软柿子吃。要想自在的时候呢，都说我是比丘尼哦，要把那个戒律的那一套拿来讲。等到呢，真要修行了，真把那个南传那一套、声闻法那一套叫你做到底，你又说我住北传，我不干这个事。Q 能啊姐，多少人是这样？嗯，所以你这个时候住道场，你来结下安居，你就要发心住道场。不管你是住三个月，还是住三年，还是住一辈子，一样。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你就要有住持道场那个善念，利益众生的善念。我住持道场就是住持众生，就是在利益众生啊。怎么利益众生我不知道，听常住安排，常住安排我扫地，哎，我就扫地，常住安排我煮饭，我就煮饭。为什么？因为常住要整个运作起来，从扫地挖水沟、刷油漆、煮饭到洗厕所，通通是常住的事，没分大小。包括去听课也是常住的事。你尊重干部，你尊重这里的干部，
就是尊重你自己，因为他们在牺牲自己的生活的自在，学着行菩萨道。我刚刚不讲吗？在降服心中的那条老虎，只是服而已，他们也在做这个事。那么人家站那个位置是责任，不是权力，是责任，是扛责任，多过权力。那些当干部的有煮小锅吃啊，有晚上可以再加一碗泡面啊，还是他的房间因此可以放电视啊，还是他可以早课不上，他偶尔工作忙啊是可以的，还是他可以上早晚店，他都可以躺在那里不做啊，他没有啊，他没有比你太多特权啊，当然除了工作了劳累调理以外，他没有啊，是不是？他甚至有的都还要进厨房里头去帮忙啊，是。所以呢，这个时候你与其说哎呀我要遵守规矩，来常住了就要遵守规矩，我如果用这种话来告诉你，那这个是很低阶的，很看不起你的。哪里是说你要来遵守规矩，你要来发心，你要来学大乘，你要来成就佛果，你要来为佛一乘，你要来一起成就彼此，是你主动这样做。 你不需要说被要求遵守规矩，你只要主动说你要利益众生，这才是修道人嘛。你来安居不是你倒霉啊，人家拿钱请你来啊，不是，是你主动要成就佛法，而且是大乘的佛法。所以照说规矩你要懂，免得啊我没被人家做好是应该，因为各个道场规矩不一定全一样，工作我们随道场分配，要发心要努力。那你也不要这样比哦，嘿法师你是这样说没错啦，不过呢你不看看吗，他们悟光 你已经开始在讲他们悟光金色，尤其那几个见字辈的都扣嫩啊呢，都捡软柿子呢啊，难的事情都让我们这外来众，你说你是外来众啊，外来众做呢，你看看捡菜他们捡，在冷气房里捡菜，那我们呢到外面去扫厕所，到树下面去挖水沟，吼，你不要这样想，个人修个人德，没有那个谁是悟光金色的主人这种观念，没有，住长住短而已啦，缘深缘浅而已啦。啊，你说没有哦，他们都不公平哦，那个呢做的要死要活的都给我们这些外来众哦，啊，这个轻客哎，很轻巧的都是他们自己内众哦，嗯哎。啊，你如果真的是这样，啊，你就看到了嘛，啊，原来众生会这样分别，啊，所以我被分别，啊，将来我要有道场，我不要分别，这第一。第二，人家看得起我，啊，才明目张胆的对我不公平，表示我扛得下来，那应该的，这就在成就我 ，OK。第二、第三，修道人哪有在论公不公平？要论公平。那我干嘛理光头，对不对？我就留头发啊，去烫头发啊，去给一个男人爱，给一个男人宝贝，这样不就好了吗？我干嘛来出家呢？啊，如果真的要论公平，那阎罗王，我去跟阎罗王论看看啊，为什么他在暗里，时间到他就抓我走，他不是不公平吗？那这生死都是我招感的，我还在跟谁论公平？论是非，我是修道人。第四，人家常住有常住的安排，我们呢随顺常住的安排，就是护持常住啊，护持常住就是护持众生，护持众生就是随顺一乘佛法，就是在修大乘般若。因为我不去怎么样，我不去为自己修，我是为利益众生修，我来结下安居是为利益一切众生而来结下安居，
不是为我自己而来接下安居，应该要这种想法。哪怕是住在物光金色的常住众，也应该这样。你要自己知道啊，我住在这里这么长久，那我都不发心给人家看，那人家刚来的，他是凡夫，当然不懂得要发心。所以我即便是再努力，感觉到好辛苦，我都在什么？我都在自利利他。啊，自利利他本来就是为佛一乘的事。我不这么做，我出家干什么？这样子发心，这叫做住持道场。你就在住持道场呢，不是你们的和尚你在住持道场而已。他当然更辛苦啦，他要顾前招后的，他还要照顾建筑，他当然更辛苦啦，没有错。可是你们也要帮忙啊，你们也能帮忙啊，是不是啊？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份上做住持道场的事。这成就的是什么呢？你与一切众生的解脱事业。那这样主动的来安顿你们在这里结下安居的意义，不是来这里啊换一个戒腊名称。我出去外面可以跟人家讲我已经戒腊了，不是这样，不是为了这样啊，也不更不是说哎，听说物光金色，每一年结下安居红包都不少哦，比我到外面念经收入平均起来还高哦。啊，如果是这样子，那为衣食而来，那真的就是很耗损你的道德。福报你不为道而来，你为衣食而来，那就不恰当。你想这整个物光金色，哪一棵树，哪一个家具，哪一个电源，它不是用钱换来，而这个钱是哪一个，不是哪一个师父用道德去感召来的，难不成他去赚来，去骗来？啊，你现在正在这里受用，你不是也要把道德融进来吗？是不是啊？所谓的丛林护纳子，纳子养道德，道德护丛林，这就是三位一体。丛林养纳子，就是说丛林就是这个物光金色啊，女众能够叫丛林的是几乎没有了。但是呢，像物光金色这样这么困难的情况，还坚持让人家来结下安居，开放让人家结下安居，那很难得，很少见，很少见。所以可以称得上是女众的丛林。各种丛林里头一定是各种树都有，有杂树，有高树，有那个藤蔓。什么是藤蔓呢？他自己站不住，他要靠重转，他自己不能上早晚殿，要纠察师父早晚去叫他，喂，上殿了，他才会爱来不来。你不要做纠察师的，不要讨厌这种人，懂吗？因为他就是慢，藤蔓。伊在渴，伊爱渴，伊若无一日煮汤，我渴，伊就倒了。啊，这种人你就要去盯他，这样。啊，你不要嫌麻烦。啊，为什么？因为藤蔓就是藤蔓，他永远就是要靠你去盯他，去支撑他。啊，有人呢，什么都能撑得住，他大树。啊，有人呢，小树，稍微给他一点工作可以。多了他起抓狂，你做干部的人，你心里要明白。啊，那你说啊，法师啊，讲是这么讲，
可整个悟光金色都是慢，都没有一棵树，不要说大树，连小树都很难找得出两根，那不惨了吗？没有什么好惨，那就是你自己要成为大树，你也没什么好怨，因为你以前发过愿，宁为鸡头不做牛尾，好，现在你就是来做鸡头了。所以这里剩下来都是什么呢？都是小草，那你自己就只好自己撑。你过去的业缘如此，哦，那个都是业感如此。我们那个咨客师傅说，你们四五十个人还找不出个人才啊，啊，有没有搞错？对啊，那没办法，因缘这样，那就要忍，要忍而无可忍，看清楚因缘，不要怨，不必怨，不必怨，该我们做就做。所以这就是哦，这丛林嘛，那各种这种杂草杂木都有嘛，然后呢，都在往上长，都在往上长。每一个人都用他的方法在往上涨，你不要说每一个人都一样，但是往上涨，当然一定的规矩还是要有，哦，还是有，哦，年轻人的规矩还是要有。那年纪大一点呢，啊，或者他工作特殊了，当然他不一定跟大家一模一样的规矩啦，这是确实啦，哦，能力受体能受不了了，哦，还他工作上受不了了。那当然是另外，但是呢，一般你来这里共住，尽可能的随众，要化被动为主动，不要为衣食而来，要为大乘道而来，为大乘道而来。那么来到这大众当中住了，要最好要能够发这个长远心呢。怎么讲长远心？长远跟勇猛。这两种心，勇猛心当然没办法一直持在那，但是呢，不能不发。为什么？因为不发一下这个力量，你就会累掉，事情你就不想承担，所以就叫做勇猛。啊，长远呢是什么？是不是那个？我出家只要出三年呢，我就要还俗，那叫不名为出家。同样道理啊，我利益众生，有哪一尊佛说我利益众生只利益一半，我利益三年我就不利益众生？没有啊，有缘就利益啊，没缘没缘就看因缘呢，没缘找因缘呢，啊，有缘就做啊。那佛一定是不疲不厌，利益众生，久远成就众生啊。我们不是要成佛吗？是不是？所以要发长远心，这两个心都要有。勇猛心是对治我们的懈怠、恐惧、自私。你要发勇猛心，要发勇猛心。那这个长远心是对治我们的什么呢？对治我们的那种。累心累心累，还有呢，这个畏大害怕大，畏远畏难的心，畏远畏啊畏畏惧的畏，畏远三乘之法快，大乘之法好远，路途好久，那种畏远之心害怕。世尊法华会上说，我只是弄一个化成给你，你不要害怕远害怕累，没有远跟累这个事，是你自己给自己害怕，不是真的需要害怕。我这都在梦中，你怕什么？你怎么在怕梦中的老虎嘞？还怕那个要死？没办法，我就是害怕，我醒不了，我就是怕。大乘人士说，我没醒，但是我知道怕没意义，我每一次都知道怕没有意义，我每一次都知道怕没有意义，所以我就不愿意，我就懂得什么，我可以休息，但是我不能放下，
我不能丢下这个责任，这个功，这个成佛的事。当然可以休息啦，你是肉体做的，你也不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年365天，随时都紧绷为大众，当然不可能。也是要休息啊，是可以啊。大家就要怎么样？解下完了之后，大家要可以说去轮流办个事，办个事情，这是可以的。那你就去，尽管去。啊，回来了啊，抖擞精神。那你可以这样做啊，可是，在还没这样做之前，你就要怎么样？要发长远勇猛之心。所以在住在道场当中，要这样子。啊，我只要住3天3个月的啊，我住3年的啊，我什么时候就要走了啊？那你怎么样？随缘无所谓啦，你漠不关心，这就不是长远心啊、哦，不是长远心，因为你已经心在这，身在这里，心不在这里。这样子，你讲出来的什么事情跟建议？都是骗人的，因为你根本不打算在这里长久嘛。你的什么建议啊，什么，你感动不了人，甚至感动不了你自己。你自己夜阑人静来自己想一想，都觉得自欺欺人，因为你根本不是长远要在这边做，不是。那它就是一个道场嘛，那你这个道场需要道人来成就啊，你不打算呢、啊，对不对？那就。你也不要怪别人不跟你合作，因为你母心的家，你明心在此。所以有人说啊，我来结下缘聚啊，我的建议人家都不听。我说不，很难这么讲。或许你的建议真的还是很好，可是人家会不敢听啊，因为你没有那个长远的心啊。我怎么知道这样子你说的那么好，到时候做的时候呢，你做了一半你不见了。那你人众生都是生烦恼起分别的，会起这些分别妄见，烦恼相就是这样，所以你无法感动人，因为大家都凡夫嘛，所以要投入，要真实的投入才好。所以常住众要有这种想法，人家来结安居，我们不能够不能够勉强，但是常住众要有这种，要有这种长远心。古人会把它讲成什么？就护持常住如护眼珠啊，如目珠啊，目珠。你看眼睛是很精细的，要多保护它。哦，哎呀，哪里常住怎么样？要很小心的去看待，并且去拥护，去修护。啊，你看古人这么讲，护常住如护眼目，你有这种长远之心。我就想在这边常住的嘛，所以我有意见，人家就可以感动嘛，是不是啊？你明天你就走人了，你说你有什么意见？人家也觉得你那个意见踏实吗？踏实吗？对不对？可能只是理论推论而已啊。就算讲起来很好听，人家也不一定会被感动，会不会去做？这第一种。第二个勇猛心，怎么讲？一直勇猛心，对凡夫来讲没什么事情说容易的啦，真的没有什么事情是容易啊。我今天就请我们那个成大外文系那个系前任系主任杨教授来，穿红衣服的那位啊，那么呢，他为我们把爱道经的英文版翻译好了。那他在翻译的时候几次抓狂啊，不想翻了，怎么？那我也不敢惊动他，为什么呢？因为那就是魔王不欢喜他翻了啊，他越要用心把他翻好啊，就怎么样，他就越要让他起烦恼。这个时候我劝他也没有用啊，也不能说破他会害喜，他会担心害怕，哎呦，魔王对付我，那我走出去会不会被车子撞到？他会害怕。我什么也不说，我就安抚他，好了好了，那你去走走啦，你出国去玩一玩，回来再弄啦，怎么样怎么样。他出国了，他还是把工作带出去，
我说没关系啦，你就跟我赖一下，哦，怎么样就好。后来呢，等到他把那个《爱道经》的那个八十四态啊，还有八境法全部对照表，150几格啊的那个对照表啊，给做出来之后，给我把它重新整理，再加上新的东西，这样子。啊，有一部分是以前钟灵师做的啊，我在他的基础，还有我自己在做，再把它加，再把它整理，这样子哦，衍生整理出来之后，哇，150几格，非常困难，因为那个字句接近不打紧啊，那也有那个很不一样的啊。就在已经把《爱道经》翻译完了，还要再加上这个的时候，那个心是已经累掉了，已经想要休息了，我又把它盯上来哦，他怎么啊？卖安呢？这是很累了啦，这样子，然后最后还做出来。那他自己还怎么样？还跑到台北去，去住在台北一两天呢，去跟那个世华的排版小姐直接面对面这样说：“哎，那个错了，那个错了，这个要这样这样这样。”因为没人看懂那些深奥的英文嘛，因为那是翻译的范文。啊，翻译成范文，你去查字典，一般字典你也查不出来啊！不要说你看不懂，你查你都不一定查得到，查你都不一定查得到。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还愿意在那边住在台北，然后去跟那个打字小姐弄，只为了弄那张超大张对照表。好了，这张对照终于出来了，要印了是吧？也不行。台湾印经最有名的那个世华居然印不出来，不晓得怎么装订，因为一折折折出来之后变成有32页那么厚，他说不然这样吧，单独那折出来那个成为一个套子，我把它装起来，这样可不可以？我说哪有这样，这样哪一天他一定会弄掉啊，弄丢了之后他价值就没有，我们教授花了那么多心血去翻译，翻译的快撞墙，然后你现在把它弄丢了，那还得了？《爱道经》固然很重要，可是《爱道经》最终在讲的八境法，一定要对照各经各论各律那个八境法，它才能够凸显它的重要性。这我太清楚了。你要说服西方人，只有这个证据给他，让他知道经论律处处讲八境法，绝对不是少数阿罗汉在提八境法。而且经律论里头提的八境法的角度不同，更可以证明说八境法一定在各部律当中是被不同角度所继承的，它绝对不是一个人创造，没有人能这样创造，它可以证明，这样才能用文字上让你证明。经律论都有，三藏里头都有所谓的八境法的内容，论就是律论。等到那张纸出来之后，换世华遭受困难，什么一下子说什么单独折在那里啦，我一句话就给他否决，绝不可能，我绝不答应这样子。哦，那老板说啊，师傅你不要那么凶，我不凶他不行啊，因为他要找简单的做啊。我说我们教授翻译的这么辛苦，你把我搞成这样，将来书是书，表格是表格，谁会注意你这个内容啊？我最后就是画龙点睛，要这个表格来说服西方人呢，是不是啊？嗯，不行啊，我就想办法，后来他印成两张，那想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这两张合起来60几页，那怎么做成书粘在一起啊？后来他们想一想说啊，可以。印成正反面，这样一口气就减少一半。可是呢，还有32页啊，64变32，那32页那么厚，那怎么办？他也讨个莫维修。后来我就跟他讲，我突然间有一天灵机一动，说：“哎，你干什么不把那个高出来的地方用硬纸板把它垫高？那这样整本书就一样高了，就不会这样，哎，就不会这样子斜一边了。”他想想也对，他又去想了2个礼拜，停了2个礼拜。前几天我又打电话去跟他讲说，我们教授好久没跟我联系，
他现在只要一联系一定起抓狂，还没有印的话一定起抓狂，我太了解他了，是这样，因为那是他的心血。他跟我去维也纳，然后我们在那里发表论文的时候，就拿给德国人、日本人出版社，这个出版社算给他们看。那个日本人还算有一点点小善根，看得懂这是重要性，但最后也没有太成就。那德国人直接就把他的第一版拿去卖了，第一版就直接把它拿去卖，在网站上卖，没关系啦，就算了，给他赚钱也可以了。但第二版他又改了几百处，改了好多，又加强这个表格，那更强。他当然希望寄给全世界的大学啦、宗教场所啦，寄给达赖喇嘛啦、佛光山这种大道场，还有图书馆啦等等这样。那我们老尼斯，我们比和尚尼又慈悲说，所有印刷的钱通通他要出，啊，那一切都圆满。啊，你看看，那这个事情也不是我逼着教授去做，是他自己发心，是这样做。那这些都是善根因缘，可是过程当中很辛苦，很辛苦。一年前去维也纳，到就已经做出初稿，到现在还没看到书。你看那个，等到气都快没了，是这样。我就跟那个老板讲，我说你再不赶快的话，那个教授回来一定起抓狂。果不其然，讲这话两天之后，我就接到那个什么，接到我们教授的 line， 他什么话也没说，只问了一件事：师父，《爱道经》印出来了吗？他就问了这个事情。我知道他，我如果跟他讲说还早嘞，他马上在手机那边起抓狂撞墙，他一定会这样。那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你还是为众生做事情，要很深的忍耐，很忍耐。越是功德的事情，越是众生利益的事情，他考验越是重。为什么？因为众生业障重啊！啊，你现在要掀掉那些业障。你看西方女人，哪一个西方女人不说女男平等？哪一个西方女人会直接接受八敬法？她当然不接受啊！哪有那个出租家的比丘，我那个出家八十年的受具八十年要跟她顶礼，我怎么想我也想不出来。百岁比丘尼受具八十年，对一个新出家的比丘顶礼啊，这个不公平了、啊！他一定想成这样。他出西方人就只要论公平嘛，对不对？那要把所有这种观念打破，你要花多少心血啊？啊，你要花多少心血？那这就是掀开人家的无明，而且要用正确的语言写到他听得懂、看得懂。那多费劲啊，对不对？那如果做成功了，这是多大的功德啊！魔王怎么会高兴？魔王一定不乐意你这样做啊，他就要让你抓狂啊！我每次接到三更半夜会接到杨教授的电话，师父，我可以不要再翻了吗？这样就好了，可以吗？拢半暝啊，翻景，你听无？拢是安尼，因为夜阑人静的时候啊，那个心就会很细，啊，很细的时候，那魔王就会下毒素给他了。你他就啊，抓狂，抓狂，抓狂，他就这样。那我都要安抚他啊，没关系啊，你休息一下，你去出国走一走了，吼、哦，怎么样怎么样？他吃素二十年了。啊，也没结婚，还好。就这两个事情，这两件事情，他是怎么样？他完全占优势，魔王对他就没办法。如果他又吃荤，又有老婆，魔王不用对付他，魔王只要对付他老婆，让他老婆抓狂，他就马上抓狂，对不对？他就挂了。他就是这两个优势，让魔王没有方法对付他。他没老婆，还有吃素。吃素就没有那些什么呢？动物荷尔蒙、动物蛋白质让他起抓狂啊！一个在家人啊，又是知识分子，又当了系主任，能够无怨无悔的，
人吃素吃二十几年，这很难得，很难得。我就是看到他这样，他对三宝非常的恭敬，他会抓狂是抓狂啊，但他对三宝就从来不会放肆，很难得。我也从来没听他跟我批评过哪个出家人，过去有因缘，所以我说这种人只需要慢慢调教，给他因缘，他能做了大事。果不其然，把这《爱道经》这么困难给翻译出来，实在是《爱道经》很难，很难。你光中文解释都难，啊，何况说他能翻译出来？当然，还可以给留给后人很多有修改的空间。但是呢，他做了一件最难做的开始的事，哦，开始的事。啊，他没遇到我，他也做不来。因为在这个法界当中，第一个把《爱道经》用科判写出来、讲出来是我，所以他没遇到我，他恐怕也很难找到跟他解释清楚《爱道经》。啊，所以说在这个世界，在今天这个世纪上面，就刚好我遇到他。那没他这种人，你也找不到人家的翻译。吃荤、好名利、有老婆，哦，那有经济压力，那也翻不来。他没经济压力啊。伊就一个人溜溜，你听好无？食饱就好，安尼，伊家己一个人食饱，伊就拢饱。你讲啊，他很孝顺，他每个月2万块给妈妈。啊，当教授有再加上加级有10万左右，他给2万给他妈妈，剩下来呢缴房贷啦，自己去花掉啦，就花掉了。这样，他也没给，他也从来很少给我供养。你懂吗？是这样，这钱都不知道用到哪里去。有时候出门顶多就是请我喝一杯50块钱咖啡这样而已。是这样，他有啊，偶尔拿个钱来啊，都不是供养我的，都说哎，我这个要做功德啦，哈，回向我呢，怎么样呢？怎么样呢？哈，这样，他是供养到常住去，也不是供养我，你懂吗？那你说怎么样？我无所谓。为什么？我看人才是一种不一样的态度，哦，啊，人才不会完美，这娑婆世界不会是完美的，更何况供不供养我是我个人的事，啊，我要看那人才是人才的事，这两码子事，懂吗？我们是为佛教举才，是这样。所以我就今天说啊，刚好老尼师啊，比丘尼和尚尼的身体最近比较 OK，哎，他吃了红景天之后，突然间很 super， 就撞起来了。是这样，所以假贺道修本，他也拿了一些给我喝，我也赶快喝看看，看有没有突然间很强壮起来。我就说啊，刚好教授有回来，我说今天来，哦，跟和尚们见个面，等一下下去的时候，我们正式介绍一下。哦，那么呢，就是难呐，啊，你看真是难啊，一个在家人都撑得下来一两年，这样这么难的没人做的事，他都做得下来，跟他没关呢，啊。他又不是比丘尼，也不是比丘，对不对啊？做这个事情未必半毛钱给他，你知道吗？我说我要一个月给他2万，他没供养我，我都要供养他2万，让他过日，他不敢收，哎，他说不能，不要了，我怎么可以收师傅的钱？他这点倒是有好处了，他这点他不供养师傅，他也不敢拿师傅的钱，他也不拿师傅的钱，是这样，这点他真的很有分寸，他绝不这样做。三宝的钱他不敢拿，你看这个你我没教他过这样，他天生就懂这个道理，他天生懂这个道理，这样子。那这么难的事情啊，对他你说有实质上的好处吗？也肯定有，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好处，肯定有的，这个好处会不得了的大，一定是不得了的大，我跟你保证，但是不晓得是什么，不晓得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他是不可思议的秘密。可是对他来讲，他不是因为有好处他才做，是三宝的加倍让他去做。可做的过程他是很辛苦，你知道吗？他曾经跑了来3更半夜，这样弄得我不能睡觉，这样子，然后问一直问一直问的，这样子。那你知道我讲完了，讲爱道经讲10多年了，有时候我也会忘记到底那个维系的是什么。哦，别跟我买气牙膏，你知道吗？真是很烦呢，那孩子，你下次再问了啦，不要一直问了。我也会这样，对不对？但是还是大家撑下来，
那么这个呢，你这么难的事就做了，那我们出家人能不为三宝做一点事吗？是不是？是不是能不为三宝做一点事？所以那个勇猛的心要有，要有。哦，不要怕难，不要怕。我们女众要做女众丈夫，不要怕难。哦，不要怕难。要为众生做事。啊，尤其是你们和尚尼呢，十多年前就一直跟我讲，哎呀，你要来做导师啊，什么什么。我公开说了，我说我从来没答应，对不对？但最近为什么我答应呢？因为我看他年纪这么大，还这么愿意辛苦啊。我刚刚听到那个板模的，板模我说想，我说啊什么的，阿孙啊啊什么的，名字忘记了，板模的师傅啊。他说又要再做那个什么，我们地藏殿，我要盖地藏殿，连那个土地公都帮忙，你想看。你们这个庙，两个市长帮忙，建筑师帮忙，土地公帮忙，三宝更没话说。一个女众道场建了这么样子的一个完整的规格，你去外面怎么找看看？有啦，也是有不少这样的啦，哦，也是有那个外面有一个池子的这种的啦，但是哦，没那么大。慈光寺啊，那个什么剑湖山那个慈光寺前面也是个池子，但那个池子是封闭的，没有往外流。你这个池子是开放的，啊，那么大，好啊，大山大水，你远远的山在那里，你看那一只大鳄鱼有没有鼻子在那里？啊，女众右手边青，在这个白虎边上有靠有。有那个象鼻是好的，那么后山又不会太陡，那这样就表示你那个接种不会太难，接种不会太难。那么像这样子的因缘，那你现在你看，本来啊，他担心说地藏院的钱。你怎么可以拿来盖爱道经？我说你去跟居士讲，我赶快去跟他讲，啊，还好居士当时答应。哎，你看爱道殿现在都还没落成，现在地藏殿的钱已经到位了。本来你们和尚尼呀，打死不敢借钱，经过我跟他说一说之后，他乐得借钱。你看看，现在想通了，想借钱，哎，不用借钱。这太厉害了，我就跟他讲，我说凭你和尚你怎么可能会建庙建不起来嘛？他就担心没信心，但是他还是撑下来，八九十岁的人了，这么辛苦的事都撑得下来，你们年轻人哪一个不比他有办法，体力足的，怎么能够不吃这个苦？所以我是因为看到他这样，这个时候再拒绝他，我拒绝不下去。拒绝不下去啊！你说我为什么想要拒绝？我也怕难吗？不是怕难，我不想给人家说闲话。人家说我在悟光精舍都吃香喝辣，自从讲爱道经之后呢，我在悟光精舍吃香喝辣，哦，这个悟光的钱都通万佛寺，有吗？有这样吗？那公开销诶，你们的悟光金色盖那么快，我那里盖那么慢，盖到现在瓦都还没盖完，你们的这间盖完了，那间盖完了，那间刚刚我又听到了那徐有明这么一讲，我心又凉了半截。他告诉我怎样，他说年底就盖好了。我说盖好了是不是外表盖好？不是，整个都好了啊！我心又凉了半截。人起厝敢那哩本荒哎，咱起厝唔知我办啊，唔知咧办啥嘿啊？盖了十年，那个老尼师啊，那个捐给我们道场那个圆净老尼师说：“哎呦，你们这盖庙，看你们盖好了哈，我都已经死化成灰了，死化成灰了。我也
也没办法，我们盖庙慢，那有什么办法？所以说这是辛苦，我也没办法，所以我不想给人家讲话。我们盖庙辛苦，是不是把悟光金色啊，变做悟光金的导师之后呢，以后就吃香喝辣啊，这个财务互通，你想有吗？你想我们敢吗？啊，当然可以啊，你们做结盟，我就可以拿到钱了，是不是这样子啊？啊，谁要不容，谁要不答应的话，把名单开给我，我帮他回向。对不对？啊，让他晚上睡觉的时候有人来帮他盖被子，这样他就会同意了嘛，对不对？你想我会这样做吗？我能这样做吗？所以我当然不会是什么一个出家人，怎么可能说哦去哪里得什么好处？但是人家世间人会讲这些话，闲言闲语，我也不想，我也不说怕人说，我是说可以不要被说最好。所以你们和尚，你讲了十多年了，我没答应。我没答应，我也没答应。尤其他还跟我怎么讲？他说办学哦，西郎哦，办学，你要害哪个人，你就叫哪个人去办学，你懂吗？你就知道，人家古人说哈，宁可带两连的兵，也不要带两人的和尚。两个和尚，宁可带两连兵，也不要带两个和尚。你想，和尚辞亲割爱，抛家弃子，跟爹娘都说再见。要讲狠，他还够狠，他来出家，他到底怕谁呀？啊，你想管他？呼家呼，是是啊。那你管了他不高兴了，明天不高兴，后天他就走人，对不对？他孤身万里游，一波千家饭，说走人就走人，你有什么好说的？所以说呢，凭的都是大家的共识，相互的因缘。当年呢，海公在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哎，你还是收徒弟啦。”以后道场人会跑光光啊，你没有徒弟人会跑光光啊。我当然也知道老人家有担心啊，我没德性，当然是这样啊，没错啦。而且老人家怎么跟我说，赶快办个梁皇忏啊，你这个庙哦，老盖不起来，赶快拜个梁皇忏，做个水路啊。我当然也知道啊，对呗，我还是忍着没做，忍着没做。我的想法是这样，我们没道德是事实，我们没能耐是事实，但是我们得学吃苦。既然这是一个价值，那做不来我们也努力过了，这不就好了吗？能做多少算多少啊，一定是做不好嘛，我们无知无能，一定是做不好，但是可以学，那我们就学着做。我们不是说我天生能做，那就吃苦嘛，吃苦当吃补，道人不就是应该这样吗？你为自己了生死，你都懂得说那是梦中的事，要超越，那何不为众生吃一点苦？那也是梦中的事嘛。那固然是做梦，发心可以是真的，一切是假。成就可以是真的，借假修真，修的是你这一念心啊。人家骂你对不对都没关系，修忍辱是真的。人家误会你对不对都可以是假，但是呢，你自我检讨可以是真的，是不是？那你说你要利益谁？那个人跑了，跑了是他来来去去是假。但是你想利益人的心可以是真的。你说哇，我庙建起来了，人跑光光了，跑光光是假，但庙建起来众生看得到啊，你那念好心是真的。所以啊，这就借假修真。到底建庙有没有意义？那看你的心，不是看外表。
也不是看结果，过程就是重点，看过程，看过程。所以说我们在这么共结下缘去，不要去对于他的那个那样子生分别见。哎呀，出家人整天盖庙盖不完的，这不这这这好名好利还好外表。若以因生求我，以相见我，世人行邪道，不可见如来。哦，这个时候你就背得很熟哦。啊，引金刚经，你就引得很自在。什么时候你突然间这么会引经典呢？啊，批评人就会引经典。啊，你说他不对就可以。悟光金色的外表到底对不对？有没有需要这样弄？那有他的秘意，看你的用心，看住在这里的人用心如何。所以不必为他这个事情起分别，然后你又这样想啊，干嘛擦干杯戏好吵啊，都不能安心修行。那么我请问你哦，有哪一个这个娑婆世界有哪个地方那个庙是从地上涌出就出现，一夜之间就存在？你看哪一个庙，小至小庙小道场都要建啊，对不对？就要建。他说：“那也不用盖那么大，是不用不用都盖那么大，但他有缘盖啊，啊，他就盖了啊。一切都是随因缘呢、啊，他没缘，他想盖那么大也盖不了啊，是不是？他要没在这里讲爱道经，要是没有和尚你愿意学爱道经，我也没能耐去劝他去建一个爱道堂。”刚刚我们比丘师父去看了爱道堂，我处处的用心很深，用料很好，那个规格很方正，固然现在还不是很完成啊，慢慢一步一步来了，但是呢他将来成为一个尼众的精神中心，应该是当之而无愧。那这就是他的因缘嘛，我们只是随缘而已啊。你不也是随缘来投胎的吗？那你要不要去问了你娘怎么把你生成这样？不需要嘛，缘就是这样。你今天住在这个地方啊，就是你的缘嘛，是不是？你就要发大心，修大行，然后才能正大果，归大处，才能这样子，这叫大乘。还有这种念头，要这种承担，所以他当然辛苦。你看看现在和尚，你又说、哎、要办学，还硬要我怎么样的？哎呀，去立那个名字，还要我去挂院长。那刚刚你看早上他还帮我布达了一下，我、哦、他什么时候声音那么大声呢？啊，不用拿麦克风。那就是他念之在之要做那个事，你也不能不，你也说哈、啊，你在拒绝他，对他太残忍。然后好，我们就一步步来做。那这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将来你也会看到，哎，他们做学院的学生，哦，好像我们都要护持他，哦，啊，怎么样怎么样，也不要这样想。这个道场当中有心境，有九修。心静的人要恭敬九修，九修的人要为心静的人布置这个环境。你要怎么样？你要对他有慈悲啊，有教导啊，他感觉你有慈悲有教导，他就会尊重你、恭敬你、护持你。将来你老了，他们很自然的不会放弃你，因为你对他很自然的施与教法，那个教法是最真诚的供养，也最真诚的恩德，那个恩德是最能感人的。你老了要人家拔屎拔尿，人家争先恐后的来帮你拔屎拔尿，不会把你丢在那里尿了满床没人理你，不会这样。这个不是买卖，这是互相的感动，这是法义的真相。这都是因为你当年你愿意辛苦办学，
你愿意在常住当中煮饭给这些年轻人吃，让他能安心的修学佛法，安心的来读佛学院。那当然他们也要怎么样，他们也要来学的行菩萨道修福报，他能够读得下去，所以他们也要来厨房里帮忙怎么样。但是不要互相的看，哎，你们年轻人多做一点啊，这福报才有啊。大家都在想谁比谁多做，谁比谁少做，不是这样，而是说年纪长的就注重努力的多帮助他们，年纪轻的呢，来学的人呢，用心用意的来供养来修福，大家都努力为这个常住，努力争先恐后的来付出来服务，这样。那这种用，你有这种念头，那就虽然是难，但本质方向你要抓对，不是大家来那边计算，那边计算，哎呀，我比较吃亏哦，你比较好处啊，那完蛋。将来佛学院成立了，哦，这新进人员来了，我们要这种想法。你护念他，就是护念你自己。倒过来说，年轻人被你护念，他自然会感动，你不用多说，他自然会感动，你要看得到他的优点，他自然会感动。那这些当然需要学了，也需要忍耐，也需要吃点苦头，尤其是当干部，尤其是常住的老众，尤其是愿意在常住当中发心做一点事的人，你当然也要忍耐，尤其是女众的习气上会容易受别人的行为影响，会气不过，会让你看到别人不用功，别人生烦恼，我也在那么生烦恼，自己的烦恼不够，我还拿别人的烦恼来加上去，是这样。女众容易这样，这个时候你也要忍耐，你也要观察，那是别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过程，这些过程当中他在生烦恼，他自己不知道啊。我呢就不要搅和进去，我要给人家这个空间，我专注我的事，我自己不增加别人的烦恼，我自己呢不跟别人的烦恼共舞，我就在修忍辱，我就在修智慧，我就在帮助这个常住。要这样子修，要这样观察，那么将来你看年轻人来了，你看外众来了，每一个没有那根碗，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他在那里生烦恼了，他在那里呢，偷懒了，我做了个要死要活，他都不干，没有这种想法啊。他生烦恼了，随缘了，我做该做的，我分配我该做我就做，甚至于我多做都没关系，我没浪费我这一生的体能，我多做没有倒霉，都是坐在三宝份上，这个才叫做丈夫，这才是丈夫想。你说修行讲经说法，哦，我喜欢听经，我喜欢听这个，我喜欢听这个，我要断女人态，你这个就是断女人态，这就丈夫相啊。你这个跟人家斤斤计较，斤斤计较，你都完全不断女人相。你再听得多，你再能讲解爱道经也没用，因为你本身就是女人态，对吧？懂吗？这要了解，未来对诸位来讲是有一定的挑战，但是呢，那正意味着你们诸位呢更上一层楼。那还接着呢，悟光精神还要传戒，你看看，因为爱道堂成就，甚至于呢，华严殿也成就，他要来一个传戒登坛啊，那么将来在爱道堂上面，哎，
三人一谈，那是太庄严了啊。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哦，这个工作怎么样？这个工作除了少分必要，我们请外众来帮忙做引礼引赞，我们常住众也要下去学引礼引赞。那么呢，常住众自己呢也要下去，要能够呢讲法。那么这个呢，就是让整个爱道堂做一个开光仪式的意思，同时呢，也是一个道场要在这个和尚尼的这个道德的感召之下，你们做一个继承的最明显的一个标杆的行动。好，传戒又在爱道堂上，那代表着以爱道经跟戒法为基础的立道场之本。那么平常我们的念佛求往生学天台教理，那么这就是我们学教与安住我们今生生死的根本。所以立教立道场的根本是戒律跟爱道经，那么解脱的根本是净土法门。学教的内容能开解我们对于教法的不疑惑，那么以天台为方法，那这样子呢，你一生就不空过，剩下就像我刚刚讲的，在道场当中住持，为众而成就自他，不害怕辛苦，不比较，不去比较公平不公平，有烦恼就是自己错。合理的不过就是训练，不合理的事情出现，它就是磨练。不求自己说怎么被面对，怎么被对待，外在的一切合理跟不合理，没有论那个公平不公平，没有论那个合理不合理，合理只是对你一个简易的训练而已，不合理就是在磨练你，因为你一向善于分别嘛，我们不就善于分别吗？分别那个合理不合理吗？啊，他就正在给你一个不合理，看你还分不分别。有一次，我跟那个我老人家那个啊，忏公老人家说，老人家啊，我业障重啊，想要拜地藏王菩萨消业障，送地藏经啊，念地藏王圣号消一段。我想请一尊地藏王菩萨啊。那个时候有很多高雄的枯冈啊、绝江商场都会有那个跑单帮的去日本请那个日本造的那个佛像，然后忏公请了好几尊啊，我就说老人家，我请那种我们的念佛堂那样好不好？老人家说好哦，好哦。那个好哦，哦，真的去请啊！请的时候我就跟老人家讲，我说啊，老人家，你可不可以帮我帮弟子哦开光？我说好啊。他说好的时候，我就赶快请上去，请上去一年，他都什么动静都没有，我都不敢问，不敢问了，不敢问了。这最后一年过了，搞得呢，我都从大三撑到大四，我说再去问他，老人家我那个地藏王菩萨，我要修地藏法门，可是老人家你还没开光哎，那你一定初学佛，一定执着嘛，要老人家开光，这样，好，我们找时间，啊，这一找又三个月过去，这样，三个月过去，老人家很忙啊，不好意思。三个月我再又撑不住了，老人家什么时候可以，老人家好好好，我们这几天说是这几天，又两个礼拜过去了，哇，等的真的是肝肠寸断，是这样，因为眼看着就要去当兵了，我的业障还没消，那地藏王菩萨，因为我还希望地藏菩萨在家里保佑我爸爸妈妈呢，是这样，
学佛嘛，就定刚开始一定比较着相，因为你安稳嘛，没安稳就希望有一尊像哦。最后就这样子，又等到肝肠寸断了，我又上山去，连熬了三天，最后有第三天中午，终于业障消除，大家都去休息了，他来敲我的门，举他，哦，师父，我都已经躺下去快睡着了，师父，阿弥陀佛。睡着了吗？睡觉啦、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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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睡没睡。啊，跟我到大殿，跟我到大殿呢、啊？啊，不，念佛堂啊。念佛堂。啊，你去取一盆水来，一碗一碗水来，啊，取来。来，我们一起念大悲咒。哦，他也念，我也念啊，这样。念念念念念，第几遍了？第七遍。啊，我们再念七遍啊。跟他一起念了21遍，哎呀，加持啊，怎么样？啊、哦，大概等了2年，2年3个月又好几天，是这样，等了那么久，最后啊、哦，成就了，请回去。要你要这样争论的话，哎，老人家，2年前我就跟你讲了，时间空过那么久，你要这样颠倒就不对，他一定有他的因缘。他一定把你不当一回事，你也可以这么讲，那就是好像没道理、哦、是这样。我观察这2-3年这1-2年过程当中，我倒也没有说生气或者觉得老人家怎么就不讲信用，我倒也没有，我是觉得啊，我们业障重，没因缘啊，怎么办怎么办，求佛菩萨求佛菩萨，是这样。因为担心嘛，担心就是说希望请一尊回到家里去保佑爸爸妈妈嘛，总是这样。因为他当兵了啊，我很担心啊，我爸爸又身体不好，中风，在我大二的时候中风，所以你看我多担心，在床哎、欸、啊，我母亲又在当女工哎、欸啊、身体又不好，所以我真的很担心啊。这个担心是当一定的嘛，做人儿女的都一定嘛，又没有出家，一定是很担心嘛。啊，但就希望借助佛菩萨嘛，啊，老人家这么有缘呢、啊，就这样，就这个想法。好，这是第一次感受到这样。等到他跟我念完了，我跟老人家顶礼感谢的时候，哎，他很满意耶，他自己完全清楚到底这件事情拖了多久，他完全清楚，他就跟我讲说，啊，还好哈。给你耽误了那么久啊，没关系没关系，圆满了就好，圆满就好。他完全清楚啊，他不是不清楚啊，可见他就是要这样凹你，他也就故意把你不当一回事，这样，那看起来不合理啊。 OK， 那一刹那我突然间心开意解，我说、啊、还好，这个事情还好，我没有起恶念啊，这样，这是出家前，那出家后，因为我亲近海公了。那海公就刚好我们住海公隔壁啊，老人家慈悲啊，让我有机会住他隔壁。有一次啊，那个海公还没来的时候，我就对南普陀的那些规矩啊，我写了哦，从知客当家会计哦，大众规约请假方法用车方法，哦，我想要这样写宪法一样，写民法一样啊。哇，一写厚厚一叠、啊、管理章程，我从小学5年级就开始写章程，哇，写到出家还在写，写完了啊。有一次啊，不晓得常住什么事情，那百不拢，百不拢的时候呢，就是就常住人会来找我，因为那你写的、啊。那我一看啊，是啊，是这样，那个人呢是没照规矩做、哦、所以确实是有点问题。那我就跟常住讲说啊，不然你跟老人家约一下，看这条看怎么办、哦、啊，我们再怎么处理这样子、哦、哎，我想也合理啊，因为老人家都看过，我们请老人家来的时候，老人家都看过这些内容，他觉得很好 OK、啊、因为我们按照那些佛门的标准，一般基本上这种标准去写的这样子，啊，那个居那个常住的知客
啊，可能是什么因缘呢？啊，在讲的时候，可能讲的会比较那个一点，硬一点，还怎么样？哇，阮教授口气就非常坚定，啊，这不必这么样子，这对人不用这样子啦。好，这样。啊，最因为他那是弟子啊，那讲到后来不怎么样，我就指腕一揉。我把这都给丢出来了，是这样。甚至接着又把那个汤匙给往他人身上丢。你大概没看过海公生气是这样的吗？我刚好在旁边呢，当然不是冲着我了，哇，吓一跳，那吓一跳，我就记起来我当时清净忏功的时候状态。哎，我突然间这样想的嘛。也不用想了，就是记起来这两件事情是一样，合理的是血的炼，不合理的是磨练。一定善知识，一定现那个凡夫相，一定有它的秘意。他就告诉你凡夫是这个样，我就是用凡夫的对待，我就是用不合理的事情来对，看你怎么样。你老爱分别，因为那个规格就是规矩就是分别来的嘛，对不对？啊 ，A 就 A，B 就 B， 应该这样，不能那样，这样、啊、他甚至去质疑了，质疑老人家说：“哎，这怎么你怎么没有要求要做 A 啊？他去做了 B 了，这样不对呀、啊？”他就依着这个方方块块的这个道理去质疑，那就是不合理嘛。这样，就比如说这样，他就跟老人家论，不错，这样好。合理的是训练，不合理的是磨练。为什么他要现那个凡夫相给你看？还有一位长老，你更是吓一跳，谁？广清老和尚，更是让你吓一跳。我因为啊，我都很喜欢跟人家聊啊，老尼师我也喜欢跟他聊，什么人我都好聊啊。我没有做过广清老和尚侍者，也没资格去做。人家当年老那个一堆尼师旁边，那个资格很老的。出家四五十年的，当年出家一二十年的，在他旁边呢，轮得到你一个在家人去做侍者啊，对不对？因为他有剃度女众，你轮不到，所以你也做不来。但是呢，嘿，我就是有机会去问到，也不是有机会，我就是有机会呢去认识，当年已经七十多岁的老尼师，他在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时候。做过广清和尚的侍者，那我也没问他，我哪懂得要问他呀？哎，这是三宝加倍。但是有一天呢，他来看我，那个七十几岁老尼师来看我，我不跟你说过吗？我跟老人都很有缘的。那他就跟他的徒弟说要去看看法上法师。那时候我在哪里？我住多远呢？我住千华寺，你知道吗？那老尼师住哪里？你知道吗？给你猜，你一定猜不到。在台湾岛上，在台湾国内啊，哈，你知道他住哪里？住基隆。从基隆到千华寺，那这是台湾头，真的名副其实的台湾头，跑到台湾尾。啊，他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尼师，哎，啊，那个时候没高铁耶，十多年前没高铁，我还住千华寺的时候，台湾没高铁啊。他来了，冥冥当中好像他要跟我讲这个故事一样，冥冥当中啊，好像他要跟我讲这个故事一样。他就说：“啊，我听讲你离家了，啊，我都来给你看了。哦，感谢，你来较远来给我看，感谢你哦。他听说我这么住这么远呐，好啊，来了很辛苦啦，我来看看你。我说好、哦，感谢，你来看我。哦，这样，那就是聊天喽。他自己也带便当来啊，我有没有？”我也没要求他，我也没有说什么，我没煮饭，我没这样讲。哦，那他来了就聊，下午喝茶就聊天，七聊八聊，我也没有问什么、啊，他居然问了一个问题，他居然跟我讲了一个事情，他说：“啊，我知道了，我们老和尚。”的开示录是你最早把它讲成台语的，我说对啊，啊，我们都很感谢你，我们不知道可以这样做，后来我们大家都这样做了，后来他就找李济准，李济准哦，
那个声音很有磁性，啊，讲成国语，你要知道广清老上就讲台语，他把讲成国语是怎么的，这那个 feel 就没有了，你懂吗？哦，那感觉就没有，啊，就后来也没有人做成台语，他那个台语的那个光碟啊，不，早年是用那个录音带，是以一整个货柜这样对国外啊，对南洋一带赠送。所以流通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广，流通的很广，所以他对我印象深刻。我说哦啊，当年我是写讲给我母亲听的，然后用一个小爱华，就在军中，人家都礼拜天都不在，我利用那个不在的时间，那阿兵哥大家都不在，我在军中，大家都不在，我利用那个时间，周边没人，中午那个下午两三点，大家都在睡觉。然后也出去外面玩，还没回来。我利用那个时间录，啊，没有杂音。我旁边还加了一个配音，配那个阿弥陀佛这样，啊，那个配音也是我自己唱。那我为了要给我母亲听啊，我也没什么用什么多好的，我当时也没有什么 DAT 啦，什么没有那种东西，也没钱买那个东西。后来我就录，然后他说：“哦，你这很不简单。”啊，我就讲了这个，聊聊聊，他就讲到说。我跟你讲，我做过我们老和尚侍者。什么？真的？然后我就只是这样讲而已啊。但他下面又讲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我们老和尚哦，会打人的，你知道吗？啊，像老和尚会打人，啊，老和尚你就出鳖，太怕了。”说他不但会打人。他还拿棍子好长一根，硬木，啊，不敢用弹呢，用丢啊，丢到他气到都发抖哦。你看看，这完全匪夷所思哎，没有人知道广钦老和尚会这样的。他说：“啊，当然我不会，我不会起颠倒见，不会起分别见，啊，因为我经历过忏公那个事件。”那个时候还没有海公的因缘呢，这件事情在之前，在忏公那个事件之后，我就悟出来说，有合理的是磨练，合理的是训练，不合理的是磨练。所以讲这句话不是随便说的，是经历过长老的因缘。他跟我讲说，金老和尚哦，那个啊，我说啊，有这么严重吗？他说有啊。他说为什么啊？就那个比丘尼，我们那个女人呢，你也知道啦哦。他知道我讲过爱道经，你也知道啊，啊，那女人会嫉妒啊，啊，两个一嫉妒起来吼，啊，就在那里惊啊，啊，就侍者不好好做啊，要不就是塞派啊，塞派就是什么，塞派台语塞派，国语就是说在那里生闷气啊，在那里耍脾气啊，哎，耍起脾气来吼，六亲不认，连老和尚他都不甩啊。是这样的，老和尚气起来哦，骂讲不听，骂不听，随手拿起来棍子的，或者是什么，或者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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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木棒啦，或者冰刀啦，拿起来就打。啊，当然年纪大了，打不会说太痛，你懂吗？啊，打还是会怕嘛，啊，怕就跑，啊，他还会追，你知道吗？会追着打。那最后追不到了，这气到要死下去，用弹的，用丢的，因为你溜了嘛，我就用丢的，是这样。啊，丢了又没丢到，他就气，气到要死，气到要死，啊，那样的，气到发抖。所以是真气，不是假气呀，啊，是这样。啊，气到发抖这样。啊，我听懂那个意思。你看老尼师莫名其妙跟我讲这个事。你想跟我讲这个事，我怎么会去问这个事？我也不懂要问这个啊。他讲的是，那这是三宝加倍。所以说，其实广钦老和尚几乎是圣人了。你要知道，他的悟境甚深，那他有神通的。那很多弟子要问他问题，根本还没开口，他就回答了。啊，他生死是这么自在，他到底要不要留下舍利？要留下全身舍利，他自己可以决定。他跟忏公约好，说好了，我就留下全身了。忏公一直跟他
熬，一直跟他熬说买啦，你留下全身舍利啦。然后他考虑了好几次，说好。后来他临时又不要，有原因，他又找唱功过去谈，他说还是不行。他有原因的，这个原因目前不方便说。我知道原因，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离开唱功，不过唱功旁边的弟子我还熟，他有私下讲，他有原因，所以他后来临时想，他观察的结果，他发现不可以，所以他就不要留下全身舍利。那临时就说啊，那唱功说好，那也只能这样。众生福薄，福薄薄，福报薄，所以不能让他留下全身舍利，是这样。主要就是因为道场合不合的问题了。好，那么所以广钦老和尚能这样子的，是能这样子的人，但他怎么会视线到打徒弟，打到气息来，一直打一直打，然后打到气息发抖，这样啊，丢的，为什么会这样？那你看起来完全是一个凡夫样子啊。所以说，他会人要任何人来视线那个凡夫的样子给你的时候，你的师长啊，你的同参道友啦、啊，那个很凡夫的样子的时候，你都要反省。不是说什么你有罪啦，你有过失，你业障重，倒也不必这样想。你应该更积极的这样想，说：哎，他在成就，这样就好了。你不用再加上一个头上安斗，哎呦，我业障重，才会让他用这种方法对待我。不是，应该说你程度够，他才会用这个方法对待你。应该是这样想，你程度够，他才敢打你骂你啊！不然现在谁敢打你骂你？是不是啊？那打你骂你，哎，他要损身份，要损福报，对，你看，装一副那种，慈悲哦，好，可以啊，没关系，你看多慈悲啊，大家都嘛看得懂，啊，打人骂人，哦，这最不慈悲了，最凡夫相，一定会被人家毁谤的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啊，他要损他的名声。冒那个被人家毁谤的嫌疑，甚至于风险。那广钦老和尚拿棒子打人，那真的把人家打头打破了，闹上法庭，那真的是事情更严重啊！现在人家会告他，那这个事情不严重，严重到不行了。啊，就因为对你慈悲嘛，他对你慈悲嘛，他看得起你嘛，他看得起你。所以你要正面的这样想，所以他就是能磨念你嘛。所以说在人间相上面来说，合理的是训练而已，合理嘛。但是敌人都在不合理的地方出现，他想要出奇制胜呢，他想要出奇制胜呢，所以敌人一定出现在不合理的地方。你看多少的古代的战争都是什么敌人出现在不可能出现的地方出现，从最早的三国战争，一直到国共相争，一直到对日本人的战争，一直到德国当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战，像诺曼底登陆，这都是不可能登陆的。当年的英法联军只有一个想法，我必须让德国人感受到不可能登陆我登陆，我做到这样，我让你措手不及，因为德国太强了，德国的武器以英法联军看都没看过，你知道吗？那怎么跟人家打？那德国人就是这么厉害，他就有办法造那个武器，弄出来的时候你一看傻眼，是这样。英法的飞机还在用帆布做翅膀的时候，人家已经用钢铁做翅膀在飞了。人家还，你还在用那个小吉普车在作战，他已经用坦克车在跟你对杠，他有办法这样？所以你一定要出其不胜、出其不意的打，才有办法。一样道理，无常大鬼，你的生死冤家一定在无常的地方，在你最正常的地方出现。所以谁能够磨练你呢？善知识。他在那个最不可能的情况之下给你一个不合理的状态，哎，
合理，就是你错了，你还能生什么气？对不对？你摔倒，你自己不愿意做，所以我把你东西拿掉，没话讲。现在是你有在好好的把握，我都要把它拿掉你的，对不对？我跟你约了一年多，你都不帮我弄，你都一次说一次一次的爽约，这就不合理啊，这就不合啊！我有在这不合理当中来看到你的人性，看到你对三宝的尊敬，看到你对善知识的相信，这几样东西才看得出来啊。所以不合理才是磨练，磨练你那个分别妄想心、善变的妄想心。所以你看广钦老和尚一个圣者，他居然还拿棍子去打人，要打死人怎么办？我还问他说：“哎，这是用兵打，他说一腿都下都趴，他拿到什么就打，他不分了。以前古人不都这样吗？拿到什么就打吗？那就时代不一样，他管理时代不一样。”他要思考时代一不一样，那就是合理的事情，他是不合理的。你看他真生气，不是假生气，他最后打不到你，用丢的，丢的用一共那个老尼师说气到发抖了，气到发抖，都是不是假的啊？他在现凡夫相给你看，所以这叫做不合理的是磨练，是有这层深层意义。那我在正觉金色节下的时候，有一次听完经，那吃完中饭、中餐、午斋了，你老和尚，你找到我也是在那种地方找到我，我也在那边跟着赶斋。我住是住茅棚，这中午只吃一餐，日中一死啊，只在那里吃那么一餐，吃他常住的，吃这么一餐，去挂牌请求说吃，让我一顿饭吃，南众可以哈啊。就没也没几个，三五个人，三五个好像只有我一个还是谁，我就比较厚脸皮嘛，就给人家常住吃。有一天我吃完了嘛，还在那边想说惊醒一下，等一下太阳太大，骑脚踏车回到那个，那个时候骑机车回到我住的茅棚，热的要死啊，就刚好要绕过那个你们悟光金色才刚卖掉那块地的后山那里，哼，热的要命，慢一点。说着说着呢，哇，一个汤匙从我前面飞过去，你知道，看到海公在里头骂人，把那个徒弟骂出来，顺便用汤匙把他丢出来，还好我没被丢到，我吓一跳，什么时候海公会这么凶？我才看到这样，那是后来我在那听经又看到这样，所以这些都是让我学到了说他现那个凡夫相给你看，所以你们亲近和尚你也是要这样，你不必要用那什么高的标准来看他合不合理，他自有密意，你一定要合理，你才是对的。所以你要为此生烦恼，那你就错了，你就被骗了嘛。你说但是凡夫，你看他用凡夫相来搞我，你管他是不是凡夫，你不要是凡夫啊，这个教法还有谁在教呢？还有谁又教这个教法？那个菩提寺的白云老禅师内野圆寂，也是我亲近过他，我也亲近过他。那么他也这样讲，他说不管人家对不对，你自己一定要对。你自己错了，人家错了是人家的因缘，你要是真正检查你错，你要去忏悔。不管人家对不对，你人家不对，所以你跟着错吗？人家不对，所以你就可以生烦恼吗？生烦恼就是你错了，那你就要去忏悔。所以合理的是训练，不合理的是磨练。不必管人家是对不对，只要生烦恼，你就要就是你错，错了你就要去忏悔。你把这几句话备注。合理的是训练，不合理的是磨练。不管是训练还是磨练，不管人家对还是不对，生烦恼就是我错，我错了就要忏悔。与人大众之间修行就是这样，这是完整的教法。不要去论合理不合理，论哎，我也是凡夫啊，你不要这样搞我，那你就永远当凡夫。你要准备做学佛，你准备要成佛嘛？你怎么还说你要是凡夫呢？是不是啊？你不行啊！可是成佛是未来的事啊！我现在明明就是凡夫。
哦，按照这样讲法，那你现在明明就生烦恼，那你也别想往生。你往生刹那之间，你就屈身必请到莲池，哎，那你又凭什么？不就是一念吗？不就是这一念相信跟放下吗？现在这不也是一念相信跟放下？相信一切都是磨练，放下，放下我错了，我应该忏悔，不就是也是一念跟放下吗？不是这样学的吗？不然你凭什么能往生？临命中起了一个恶念让你堕落，临命中这恶念一起来，你说你错了，你就放下，就成功了。所以他保证你往生能够成功啊。一个想说念佛要一天到晚嘴里说我要往生，我要求往生的人，什么事情都要跟人家辩，什么事情都要论得他对，什么事情都要他自在，你说这种人真能往生？很难。为什么？因为除了那句念佛他假装说他想要求往生以外，生活中的种种没有一样他愿意放下，没有一样他愿意承认他是错，你说他怎么求往生？因为临命终时种种烦恼会现前，临命终时种种的是非对错会现前，临命终的时候你这一生做错事的事情也会现前呢、啊。你到底忏不忏悔？临终一样可以忏悔啊。就好像你今天做错的事你今天忏悔啊，啊，你今天在佛前说愿我无始以来三业所做的过失都求忏悔，不是无始以来多久的事，无始以来你都在求忏悔，临终业尽现前你也要当下忏悔啊。那你要平常习惯呢、啊？啊，错了，活着的时候都没注意，现在临终让我看到错了，忏悔，一句话起来，没有快跟慢，就是忏悔，然后就一念倒归嘛，还是求生极乐。忏悔心越强越柔软越快，你往生的障碍就越少。所以要讲远要讲近，就讲我现在修行，要讲远就讲临终往生，他都在用这种方法修啊，都让你能够临终的障碍少，不敢说完全的保证啊，因为还有其他障碍，但这个障碍就让你减低了，是不是？所以一定要记得修道人与人共住，你不必去论，你不必去跟人家论那些公平不公平啊，是不是非啊，怎么样，你更不要去看干部，看你的和尚尼，看你的老师，看你的师父，看你的同参，看那个老辣，说他也没有做我的榜样，对，他应该做你的榜样，但他就是没做你的榜样，你要怎么想？你要逆向而思考，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吗？见善要怎么样？要随喜，要随学，见不善内自省嘛，要这样子。所以你无入而不自得，你处处修，你都能够有机会好好修。诸位这样了解吗？所以这就是注重的什么用心跟功德利益。所以讲到这里啊，我们有个渐渐做个结束，两小时了啊，就是我鼓励大家来这里安居，就要以注重长期注重的心情。来跟大家共住，这共住的用心就要知道，你就在行的是菩萨道，行的是大乘，修学的是大乘法，不必为自己的眼前这些烦恼过度的放大。你当你为众生的烦恼喝淡用心的时候，你这些烦恼就显得微不足道。当然呢，生死还是要有所降服，那我们就教学天台，行尊律仪，修规净度。那么我们行为上依于律仪，教法上我们依于天台开展我们的心量，那么临终我们能就往生。可是在过程当中我们必须累积资粮，这累积的资粮无非就是在大众当中呢，共修共处，贡献一己之能，于人际之间呢，与人和和相处。啊，怎么和和相处呢？那就是看一切都不起这些善恶是非的分别，人家对我们要赞叹，人家要是有什么样的不如法，那你要说他有密意，他可能他个人有这个习气，那么呢我们有因缘，我们自己做对，
他有因缘，他慢慢也会看得懂。我们不用跟着人家一起过别人的过失，你在那生烦恼，你也不用这样想啊。为什么干部不去管他？为什么干部不去管他？那不去管他跟你什么关系？啊，你守你的，难道他不守规矩啊？你守规矩了，因此你有亏到是吧？啊？不然他不守规矩他亏啊，你守规矩你赚啊，那你赚你的就好了，你应该在旁边偷笑才对，你的生气干什么？应该是这样自在。好了，如果与人相处当中，你会发现当然相处有那个合理的跟不合理的，那合理的不过就是个训练，你越爱越你越合理，其实你就越执着合理，其实你会颠倒。突然间有个不合理，你要知道这个不合理就是磨练，磨练你不要起妄想分别，不要用我执来跟人家对抗，尤其是对你的师长，对你的同参道友，尤其是对干部，他也是凡夫嘛，他有什么密意，当然要怎么要有他的一些想法。当然你说那我可不可以建议他更合理一点，可以啊，可是你如果用分别心去做建议，那就错了，因为分别心你带烦恼相，你懂吗？啊，如果只是带一个平等心啊，那哎，这个事情可以这样做，那个事情可以这样做啊，你可不可以啊？啊，我听到了，我懂了，我知道了啊，我做不做是我的事，啊，你已经转了，我也听到了。哇，你哪样呢？你怎么这样？不必这样想啊。如果你发好心，还是可以建议。建议完了，建议是你该做的，该不该做，他有他的衡量，合理他要去做，他如果不合理，他不想做。或者明明合理他又不想做，这叫做他不合理啊！他不合理也是你的磨练呢。所以一个道人在大众当中没有那个担心别人不合理的，没有这种事，他都能够安顿好。那么这样之后呢，难免啊自己还会失正念，一失正念你就警铃就要出现，合理的是训练，不合理的是磨练，但只要生烦恼就是我错，因为在合理与不合理之间你起分别生烦恼，分恼就是我错，错了就要忏悔，我错了就要忏悔，就要加一个忏悔念头进去。什么忏悔啊？忏悔我分别心重，忏悔我业障重，忏悔我智慧轻，忏悔我过去的善缘低哎，我不惹人，人家惹我，哎，我在这里吃饭都有事啊，我在这里扫地都有人来骂我，你看看还真是厉害，真是惭愧，不过也还好，早一点报早一点了。你要这样学习，所以什么事情都是往内自己找，什么事情都是往内自己找，往内自己找，找对了，你心中自有什么一个安稳处，那个不是没是非哦，修道人完全有是非的，但是只管自己的是非，不管人家对不对，我一定要对，就是我的是非。所以一切是训练，一切是磨练，是训练，合理是训练，不合理是磨练，人家对不对不必管，我一定要对，我如果生烦恼了那就是错，那错了那就要去忏悔。你这些观念你把持住了，那你做对是你该做，也没什么好标榜，可是错了常常也会发生，那你就赶快放下，赶快忏悔。临终也是这样，不意念三宝，不意念弥陀，居然意念着这个物光金色这些庙，啊，居然意念着家里世俗的俗人家里，居然意念的我银行里的存款，这都错。还有意念的你的过失，这也错。过失也如霜露。好了，有过失那也求忏悔，刹那之间忏悔，只有一件事情才是对的。完全意念阿弥陀佛，完全放下世间的对跟错，好跟坏，得跟失，守戒不守戒也全忘，全放下，只有一念阿弥陀佛，愿求极乐，信心坚定，这一念事情不坚定就要忏悔，要做到这样子，一起错误就忏悔，就放下，就改变，错了就忏悔，临终一切都不对，只有这件事情是对，那么你也求忏悔，这样子你看看，平常训练的拿到临终来用就绝对管用。所以这就是一贯的住道场，住持道场，道场共住共修，
它的价值意义，不但从利益众生住持佛法，还可以达到自己临终往生都是完整的包在一起，它可以说是全性起修，全修在性的完整的起修，那就从你现在这一念开始哦。所以呢这个是总结今天所说啊，当中有带上几件事情，就讲到说将来要办佛学院乃至要传戒的事情，常住呢也要点滴的做个准备，点滴的做准备。那么我呢被你们和尚一挂名要做导师，所以今后呢你们就尊重我一些，有一些要求或者有一些可能调整，可能跟你个人的想象跟期望不一样，那这世间没有一定的标准，好，没有一定的标准。那这个人做事有那个人标准，那个人做事有那个人标准跟目标，这个人做事有那个人的目标跟标准。嗯，不是我法上比较行，比较厉害，也不是，也不是我好为人师，所以我喜欢这样拽拽，那样弄弄。不是，是要成就大家。既然被你和尚你所托嘛，那我得要负起这个责任。也不是我面子比较大，要你们在中午太阳底下来接我，我才会比较爽一点，中午能够多吃一碗，不是这样子的，是要你们做给人家看，是要你们自己成就佛弟子持戒守净法的善根福德因缘。我是磨刀石，你们是刀子，你们磨我这个磨刀石，我是损，你是得，你是得利益啊。啊，我被人家恭敬，我无德受恭敬，我是受损啊！你们最好都不要理我，我自己来，你知道吗？有好多比丘跟我讲什么话，跟我讲什么？我甚至跟他讲说，哎，以后啦，你不错啊，毕业啦，佛学院毕业啦，不，佛学院的课已经结束了，以后哎也让你来悟光精舍讲讲课。哎呀，我可不敢了，为什么？哎呀，他们都要迎接比丘，我哪敢啊？哎呀，他们礼拜比丘，给他拜了，我倒了我，我才不敢。对呀，我想想，我跟他想法一样，我跟他们想法是一样，我静静的来，默默的出。不是好多了吗？自在的很，是不是？我干嘛要改这个样子？把这样子给人家说话，说我在悟光精舍吃香喝辣，说我法藏架子很大，我干什么要这样做？我说过，你们是刀子，我是磨石，磨刀石，是我在损，你们在得啊。所以说，今后如果你们和尚尼布达说要我做你们导师，要你们做我们院长，当然有一些规定，有一些教法，有一些什么，要有我所理解跟我认为对的次序跟方法，不是我行，是我也只有能力这样做啊，我又要负责任，当然按照我熟悉的方法做，这不一定按照你的想法跟你的想象，甚至于你在外面亲近了什么大法师大德，当然人家更手眼更高，我呢没这个能耐跟他学，所以你比较之后，显然这个法藏的程度太差，那也请你要原谅我，因为我能力就是差，我也只能做这个事。既然我被你和尚你所托嘛，我能力就这样，我就这样做。所以今后呢，我不希望说在这边做事的时候，让你感觉说我是拿了一个八敬法来压着你们，哦，你们得听话，不是这样子。做事情是大家凭着一个信任。我说过十几年来，我就是不想要接受这个名义，但今天既然不得已的我接受了。也让他今后能够越来越自在，也算是说对一个老人呢、啊，我们不要让他这么困难，住持道场又为未来那么担心、哦。他现在比较笑得出来了，和尚你比较笑得出来了，他觉得有所托了。好，那既然我受人所托，我也曾做我能做之事，所以尽可能的我会尊重诸位原有的习惯。但是呢，要改的部分，我觉得非改不可的部分，我一定斟酌过。哦，你们也知道了，我从来不会对你们人事啊、内部的细节操作，我去多过问。我觉得你们要自己成长。但是今后的话，不多过问也不一定对，因为既然挂那个名义了，哦，一些生活上的点滴啊、哦、和操作的方法，当然不是说叫做过问，而是说必须理解，我才知道该怎么调整。那这有关
有关这一类的，有关这一类的概念，也希望呢，以后要是有触恼到你，或者让你感觉到好像跟你原来的想法跟计划不一样，也请你呢多包涵，我没有要做你们的善知识的意思，也没有好为人师的意思，纯粹就是我得要负责任，我受人所托，就这样。那么当然呢，道场不可能完美，我个人更不可能完美，那能做的就是你看得到的。那当然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可以有修正空间，也不是说我不能被建议，不能被提醒，也不是不可以啊，你要是不好意思对我说，你跟我们知客师傅嘛，当家师傅嘛，都可以说一下，请他转达给我也可以。不过话说回来，有时候转达话容易把意思给扭曲或者放大了，也不必啦，最尽可能的就直接跟我讲也没有关系啦。那么再来就是说，我也不会用所谓的什么不合理的是磨练啊这种态度来对待诸位。第一，我对我常住里头的人都不敢这样做了，何况我对你们，我没跟你们共住在一起，那我也没有剃度你们，也不是你们的师父，是这样子，那就是依止学习某个部分这样而已，所以我也不会有这种做法，也不会有这种做法。但是呢，如果说很严重啊，当然可能我话会重一点，会要求一点，那就可见这不是说我把它定位为我就是你的师父，我骂你们是应该的，已经不是这样了，一定是我斟酌过之，我觉得话要说重一点，就这个意思。就比如说曾经就是因为我们到了你们没有接驾，我就说这个缘起不好，我就直觉的知道这个缘起不好，而这缘起不好我会比较再次的提醒你们说这样缘起不好，很不恰当，因为你们居然是以戒律跟爱道经为本，那这就是你们的本，那本没做好，而本立本不立道不生啊，本立而道生，你们对你们自己共住才会有未来。眼看着做持戒律没有立即上的效果，行八敬法看起来没有立即上的效果，甚至于还蛮麻烦的，但是呢它是扎根的工作，一年两年看不出来，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你的气场你的底蕴深，你的福报够，你的智慧广，那就没办法一朝一夕可以逾越，那都是长期累积成就出来的。这些呢要知道，我刚刚在那个休息室那边呢，也算是课堂了，看了那个匾啊，那个匾佛教会，这个佛教会，那个佛教会，我看那里头的人，那些人都是佛教会做事的，或者是在一般的道场当中啊，人前人后做事的那些人，那些人要跟你和尚尼其实是八竿子没关系的人，但他们为什么会愿意刻名字在那里，你们这个大殿落成，为什么他们乐意把那个名字刻在那里，出那么一点钱来把那个匾挂上去，讲白一点，我都没有匾挂在那儿，人家那匾挂在那儿，名字还立在那儿，你想那是为什么？那就是人家尊重悟光金色嘛，人家不敢来，不想来，不愿意来，是因为搞不好他就是也老了，不想学啊，或者是觉得你们戒律森严呢，我受不了啊，都可能这样。但是随便他什么态度，嘴巴里不说，他们心里还是明白啊，尊重还是在的。他们就算不守八敬法，就算不听爱道经，但他们心里明白，爱道经还是一个法，还是重要的一个法，是尼众的根本，他们还是知道的。所以诸位，你们喝淡的已经不再只是这眼前坐的这四五十个人的价值，是代表了汉传佛教的比丘尼特有的一种教法重新的继承跟存在于这个地球上。那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将来连西方的，透过我们教授的翻译，连西方的比丘尼有若一位若二位，只要他听进去看进去了，他就要来寻根，他就要来寻根。因为我的序文里头有写，我们也翻译了，翻译序文的一部分呢，也写到的是悟光金色讲说爱道经，
啊，是不是杨教授有写到吧？对吧？哎，有写的。那他要寻根也是得来，来的时候一看啊，果不其然，庄严肃穆。如果刚好让他看到你们在迎请比丘、顶礼比丘行八敬法，他就完全看到了言行一致的教法在这娑婆世界出现，他就会感动。这一感动，他就可能回去翻转西方人的看法。那请问，这是什么成就？这不就是你们的实践去成就的吗？难道还我这个比丘去告诉他吗？他怎么会相信？当然是要比丘你行给他看。所以你们的实践正是这微弱的火光的最后的种子，在悟光精舍。所以你们和尚您说，哎呀，来我们这给我们开示吧，我当然乐意啊，不是因为我要来这里吃一顿饭，我也不过今天吃了一小碗饭而已，年纪大了吃不了多，你懂吗？想多吃也吃不了那么多。那么呢拿你几个红包，我现在身上背四五千万五六千万，你们那几个红包能帮我什么忙？是不是聊胜于无啦，出门加个油可以啦，是吧？这次要去美国，要去美国我们开放给比丘尼报名了，你们要报名的找我们找我们那个传音师傅资格师傅报名，有那个比丘没钱的啦，那但是常住有常住的考虑啊，也不能常住替他出啊，还得我跟他借他的，借了你知道和尚跟和尚借钱没再还的，你知道吗？他想到想还才还的，那不想还他就不还了，你要知道。所以那些红包能帮我什么忙？左边进来右边出去而已啊，当然还好了，还有左边进来了，是这样。我乐意来这，我为了这些事情来吗？当然不是，是因为比丘既然有教戒比丘尼、教导比丘尼的责任，再不能也得做那个样子啊。我们再不好为人师，也不敢好为人师，但是这个样子不能不做啊。但是如果只是做的那个半月半月请教戒啦，然后你出外五公里迎接我啦，就如果只做这个形式，那这个也没有实质嘛。今天你和尚您说请我来讲开示，好，我就要真正讲一个对未来彼此间有默契的开示。你们要共住好，你们要知道经过我跟诸位的关系确实跟以前不一样，我确实要介入比较多了，但是也请你放心，我没有任何私心，我从来就是一脚进一脚出的，我从来就是这样。在万佛寺也没有谁不能做当家，没有谁不能做知客，没有谁不能看我们家的账，没有谁。当然外人不要，谁都可以去看账，我也没什么秘密，因为这个庙本来就不是我的，我只是借那个地方过我一个比丘的日子，只是要年长一点嘛，要做一个负责人，就这样。不是说我躲避责任，我没能耐，只是在这个末法时代啊，怎么讲？山中无大王了，猴山中无狮子，那猴子也称王了。只有我们这种小猴子来做负责人，那没办法。那今天你和尚你没有什么因缘，一定要找我。我跟他一直讲，你找别人，他就是不考虑，他非得我啊。那因缘如此吗？那么好，不是我能，是他因缘这样。那我今天来担任这个名义啊，既然有名义，就得要负一个一定的责任。所以今后的教学如果有什么调整，跟你原来期望不同，或跟甚至跟原来的方式不同，那么也请你多了解，可能在我的方法上也不得不一整套的有所必要，是这样。当然我也尽可能的顾虑到你们原有的样子，那么你们作为一个干部的，那么也一样，那就是既然我们答应你和尚你说要办学了，那 也答应要传戒了，那么这眼前这两件事情也请现成这几任，尤其是见信师 你那个样子，就是要多跟你和尚你亲近，你不能连坐都坐那远远的，人家甘需要安呢，分他清，你要跟他要怎么样，要互融一片，要情如母子，母女要这样才可以的。
不能够这样相敬如宾，冰冷的冰，不能这样搞啊！这样搞，人家居士来了，人家觉得没有继承。哦，你不能居士来了，你做远冤的啊，没代志啊，哈，没代，我来照，不能这样，要从头跟到尾。哪个居士那个很有发心的，你要叫得出名字哎！我现在考考你啊，最近听说有那个捐那个一两千万的，你的名字你知不知道？他住哪儿？你知不知道？他做什么生意的？你知不知道？啊，你不知道，你赶快回去做功课，是不是啊？你不能不知道，这不叫盘缘，这叫尊重，好吧？就算盘缘，那也是会常住盘缘，是不是这样？要从周边去问一问，要去了解一下，是不是这样的？来了，你得要怎么样？你得要找个小敬人或者怎么样，去泡泡茶。茶你也要像怎么样？你看人家那个，人家那个建制，他就知道 OC 我，他还拿那个好茶来泡给我喝，还会跟我特别交代，这个茶不要给别人哦，这是好茶哦。你看人家感觉，我的感觉就觉得啊，金马鸡呀，对不？哦，那人家懂愧靠啊。你呢？你泡过一次茶给我喝没有？生死实在太扯。真是太扯了，这是怎么样？你说这叫搞人情？不是，这是善巧，对不对？他是世俗人嘛，是不是这样子啊？那你说啊，你的功德啊、哦，功德不应该谈，我也不要说你功德很大，可是我说，哎，这个茶是我们和尚您特别留的，那你就喝一下，不错哦，人家心里就明白了嘛，对不对？有钱人很多，可是愿意捐三千万的人不多啊。你不能说，哎，我不赞美他，他福报才有，是没错。我也没叫你赞美他，我叫你泡一个好茶给他喝，有过分吗？所以你要懂做人呢、啊，好不好？会不？听进去了吗？啊，那个谁啊，那个红范帮我盯一下。还有那修慧要帮我盯一下，提醒他一下，你看那个台北那个天才市长柯P先生，他常常讲话讲欧巴讲过了，那我们那个 TPBS 导播他常常在现场就录影他，他就告诉我，他现在来了嘛，他告诉我，他说常常哦，柯P就讲就跳到那个原稿外面去讲，你知道吗？就讲到歪掉了，讲到那越讲越嗨，越讲越嗨啊！讲了这完蛋了。他旁边固定有个小妹妹哦，就拿一支圆珠笔，戳他一下，他就噔，那个刚刚讲到哪里？重讲，他马上就被戳一下，然后就马上恢复 reset 重来，他就开始恢复正常。是这样，因为那个什么，那个电脑程式已经坏掉了，你懂吗？要按一下之后才 reset， 是这样。你看他一个市长，他也乐意这样做，他愿意这样，他也知道自己常常会跳针，会不讲到哪里去。他旁边专门有一个人这样给他渡劫啊，然后一扎下去就得 reset， 就重来一遍，他就恢复正常。你们两个也要这样。懂吗？他的不动，你要把它按开关，要 on 一下，啊，有些人又在那怎么样，给他 off 一下，不是说他要怎么样，将来有姻缘的人也要坐在那个位置，一定要这个道场不能没谁不行，不能这样。但是呢，这个道场也不能说那个谁做完了我都不理他，也不能这样。做完了我们就尊重他为长老，做完了就尊重他为长老。但是呢，新做的人，我们不要他能力可不可以？每个人都想成佛，谁有说不可以？天生的弥勒，自然的释迦，有发心，就让他轮得上来做。举内不避亲，是举外不避仇，为佛教举财，要有这种雅量，这名为什么？名为十方道场，这才叫做丛林。悟光金色做到了。你看看，除了目前的副住持是建制辈以外，当家跟学院的人负责人啊，一个是弘，一个是修啊，不是我们建制辈。然后呢，开放给外面的人来结下安居，
大家住的疗房依着戒腊合理的方式来分配，当然呢，老腊年长会稍微有不一样，这我觉得合理，这在合理当中，不能齐头嘛，但是合理，嘿，这个就对。前几天呢，我还听到了干部跟我转述，他在处理什么事情的话，这个转述方法，难得，我就感到很安慰，这能这样子来处理事情，很成熟，很有智慧，这显然是基于发心跟诚意而增长出来的智慧。发心，愿意承担，诚意真的是为大众。这两个益友在困难当中磨练忍辱，自然就会得智慧，因为福报能增长智慧，而福报是从发心跟忍辱来的。在发心跟忍辱当中，他增长智慧，遇了挑战，遇了一个问题，他能够圆满人事，把它彻底好。你要知道，道场最重要就是人事，你能够处理得好。那这些呢，是我看到悟光精舍在质变当中，这质变的不是一般的女众道场，这都是几代以来的干部所成就，也是你们和尚们道德的感召越来越纯熟所成就，更是诸位呢从过去到现在的所有干部共同努力所建造，这里头没有谁不成就他，每一个人都在成就。你现在看不出来是因为你住在里头，我们看得出来是因为我们在外头是看得到，也因为这样，所以你们和尚你再来要求拿了一个聘书来给我的时候呢，我接受，也是因为有这个原因，所以有这几个原因综合起来，那我们教授呢还为了那个中英文对照啊，还呢跟我磋商了好久好久，是这样，才那几个字而已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用世俗人的聘书那种观念，因为世俗人聘书是由上对下，西方人写聘书是上对下的观念，我们佛门里哪里能这样，对不对？所以用词就得不一样，就得不一样啊！这也只有我们教授能这么耐烦跟我讨论，而且这么信任我，因为不然在他的理解，我们都还查到了哈佛大学的聘书啊，那大学总不会错吧？他用的词儿就是一般用到的那种由上对下的聘任那种概念。你们不是聘任呢？哦，比丘尼聘任比丘哦，那是不会听你？当然不能了。啊，所以如果你再用这种翻译去给西方人看，西方人就有个错觉啊，对不对？哦，安怎？哦，原来哈、，BQQ 比丘尼请，你听好不？比丘去给比丘尼请，果然平等。那个比丘过不了，活不下去了，还得要去给悟光精舍请去做那个什么，做员工。因为聘书那个聘字，中文里头讲聘。我们是下对上，上对下，平等对平等都通用，在西方只有个概念，上对下，就是一个概念而已，上对下，至少你们用的那个词就是这样啊，你看用的快死啊，所以我们在创造一个新的英文的聘书，在佛门中的用法，那才几个字，从头数不到50个字，重复的字还一堆，我跟杨教授足足搞了一个礼拜，斟酌再斟酌，他查了又查，还有包括阿舍离和尚到底是什么用词，这样懂吗？我们这么慎重就是要替佛教立一个正确的标杆，连这个都不能坏关系，这是一个僧尼的关系，比丘跟比丘尼的关系嘛，一定义下去了，西方人就被认，就把你认定成什么样？你看这知识体大，我这么注意，你们就知道说，那我们今后应该用什么谨慎的态度来完成佛陀制定的比丘跟比丘尼的关系？基本上我不会逾越，但是呢，我也必须要把和尚你交代的事情我把它完成好，所以说在这方面呢，希望大家务必要能
能够称担荷担的起来。这里头当然我说到了干部，但是呢其实我说的是全体注重，全体注重，全体注重，不论多跟少，发心最重要。有发心以一挡百，不发心以百挡一，一点用处都没有。能发心三人成行，不发心三百人也不成行。这一点呢，做干部的不要担心，真诚心去招感，时机未到而已，时机到了因缘就来了。过程当中的困顿是一定存在的。当然这过程当中我也跟我们资客师父讨论过，跟维罗师父讨论过，讨论过说 那万佛寺是不是顺便也招生，我们也在想那一起招生可以。那我们万佛寺的那个所谓佛学是比较非那么样格式化，会用天台专钟的方式，比如坐禅诵经然后就上殿，剩下时间你要去出坡，要知客师父呢带着去怎么样，甚至我们知客师父也要教课，他要来听，我们用这种方法。那万一他来了蜡比较长的，我们再用不同的方法调整，这是万佛寺的做法。那所以未来招生可以两边同时，是这样。我们把女众部带进来，啊，女众部你就找悟光精舍，是这样。因为我的因缘会有很多女众想要来学，那我就顺便就介绍到悟光精舍，就交给你，这样懂意思吗？哦，是这样。那么什么时候来开始做？我希望你们招生能够一炮而红啊，能够招出，也不是说一炮而红，就能够招得成功，能够有一定的份额，那你们做起来才好做，哦，才好做。那这些都要早早的去准备思考，哦，好，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呢总的来说到这一些，给大家种种的鼓励支持，并且从大乘的教法作为开始，希望大家养性大乘法，那么呢依大乘落实在生活当中来操作，也落实在你自己的实修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来运行，那这样的话法不空过，教法能真正的降服你的烦恼，好，那么这当中你就会知道出家不枉费，护持道场真正功德不可思议，利益不可思议，好吧。好，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回向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归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自归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自归僧，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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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